对吧？所以外国人得那求道登去，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，但是也容易哦。伊那个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可以了解讲哦，这个是写什么？所以登去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，你做什么拢清清楚楚。我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伊都安尼，迄字家己会铺声的对啊，你看到迄字都有声。所以后学登去。啊，电文书各位真人，大家好，大家请坐。啊，不敢当。好、哦，啊，咱拄将第一节课，安尼讲的速度敢会伤紧？没吼。没有听到。哦，好。啊，过来后学哦，讲第二节课吼、哦。啊，对金门回来了后，后学就去哦，算正开始嘛，回去台北。你台北办桌啊，迄个时阵我。有一个王讲师，伊咧开安亲班，啊，有遐去遐斗三工。斗三工有一摆吼，阮着带迄个国校啊，三年，一年嘛有啦，一年三年吼，拢总有六个学生，伊着讲要求道，啊，甲因讲，我着讲啊，明仔爱穿整齐服装，啊，穿学校制服，咱来求道，啊，大家要乖乖。啊，学生大家生活那真心笑，伊着问啊，讲老师啊。求道是要拜什么？我就讲拜仙佛啊，他就开始问啊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哇，哦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其实咱讲的仙佛长什么样子，拢是咱想出来。哦，正港的仙佛生出啥款，咱唔捌看过嘛，对不？咱看无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这囡仔太安尼哦，这个手、口齿叫你啊伶俐的安尼吼。啊，就讲啊，只要你吼，明仔乖乖的，你就会看到仙佛啊。哦，安尼来看到仙佛好，啊，过天刚因就讲好，安尼我要来看仙佛，啊，就六个就来佛堂吼，啊，因为囡仔嘛，所以就无开示道义，就直接请单，啊，请单点文书，迄、那个请坛词啊，一念落吼，啊，念落了后，迄内底啊，因六个原本徛好啊，真整齐啊，内底其中有一个就讲，啊，老师，紧走哦，佛堂有鬼哦，哇！哈哈听出来，哇！一个出来，大家就拢走出来啊！拢哇，紧走，紧走，哇！走出来，走出来以后，甲王讲师约出来啊！王讲师约到了，讲胡说啊！佛堂怎么会有鬼？佛堂太有鬼！用哇，老师你敢无看到？哦，一个几啊百只手、几啊百粒目睭的鬼在佛道面顶。各位真人，恁想这是啥物？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。咱请单一请落，伊就看到，迄囡仔看到，阮其他拢戆戆，但是迄内底，我讲啊，这个就是仙佛啦，进来进来。但是我甲王讲师的底下讲，这胖来乱的款，即、這个囡仔无乖安尼啦吼，无乖。啊，过来，咱请坛了，得爱跪读深情喎，啊，就跪落，啊，就开始哦，啊，就跪在三什么明明上帝莲下，又升起三奇音韵，弥勒古佛。诶，六个另外一个，唔是拄正讲迄个哦，另外一个，伊就向向比诶，比佛道讲，诶，肥猪肥猪肥猪坐伫佛道面顶，哈哈哈哈哈，因为嘿啊，哦，我就胡说胡说，嘿，哦，啊，结果求道了，阮三宝分开来讲嘛，伊面顶就和迄个可能大学生因还是社会人士，啊，老卡。为因这种国小的讲，啊，传来阮川堂遐都有一张弥勒戏白纸啊，那就是弥勒祖师啊，囡仔拢伫巴肚顶爬有啊。迄个啊，拄只迄个是这個，哦，你看，阮佛堂无弥勒祖师像哦，干那楼卡有尔，啊，伊伫楼顶就先讲，哦，讲都是这个，哦，这实在不可思议，哦，我啊，过来继续，迄伫板凳的时阵啊，我就甲王讲师，咦，奇怪啊，因太看有。我开始问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六个内底有五个拢讲有看到，啊，剩一个嘛，剩一个无，啊，就板刀板刷啊，板刷，我就抓落来，抓来就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哦，不是你啦，吼、哦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要不然人家其他人都看得到，怎么你看不到？那太你无看到，刚刚你无看到，结果伊讲，谁说的？我有看到，我看到的跟他们都不一样，因为我哪有看到，伊看到跟迄无同款。那阮就真心想，我问讲啊，你到底看了啥？因为伊看到的拢对外口落来，拢对外口飞落来，因为伊看的迄、那个，
对佛顶啊，佛顶照出来，讲迄佛顶愈来愈大，愈愈来愈大，愈啊，只一粒头对迄凸出来呢。啊，伊讲出来吼，哦，迄、哦那个作草诶，啊、哦，迄、那个作草，嗯、哦，就是我们老师啊，咱济公老师啊，讲迄个作草，啊，作草老师来咧，伊讲正开始就四界行，四界行，讲咱只徒儿啊。安怎诶啦？啊，是讲心情郁卒咧，伊就甲你灌酒啦，甲你创。其实咱拢唔知影，即囡仔讲，囡仔讲啊，阮就问啊，讲啊，老师手有摕啥无？伊讲有，又摕一个亏线，但是迄吼亏线，现在用迄个草稻草啊有无？哦，迄稻啊落拔起来迄种诶，啪啪啪做大声。诶，我有去找三宅印证过啊，伊讲确实咱老师诶法器是摕迄种，哦，迄蒲扇啊，迄种诶啪啪啪迄种。哦，安尼看起来，这囡仔嘛无共骗嘞，因大家拢有看到。哦，啊，后来我甲王讲师甲讨论一下，讲啊是安怎因看有，啊做因波书还是看无？啊，哦，讲这应该是安怎嘞？哦，神佛照着囡仔来甲咱讲，这个道确实是有啦。哦，咱讲有神佛，啊，这几年咱道场慢慢啊仙佛指窍有哦，咱都无照窍。但是你讲无照窍，敢真正无神佛？你看慢慢啊应景真济。哦，咱咧有迄讲法会现场图有哦，最近有迄印尼的道亲画出来有哦，哦，这确实是哦，咱就是殊胜吼、哦，不得了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后下伫台北，我那搁伫遐做工课，做尾差不多半年，我还未挖一年啦，还未挖一年，因为咱算讲拢做迄种唔是工作正职的迄种诶，唔是全职的迄种工课嘛，啊、按进班迄可能就兼差一。一礼拜去几工啊？安尼，啊，但是咧，厝内底人可能唔是安尼想。你看咱时代，咱拢会安怎想？啊，这囡仔毕业，还是讲囡仔大学毕业，照你讲，就爱趁钱啊，爱饲家啊。他有闲讲，哦啊，去台北啊，拢无提钱回来，啊嘛唔知影你做啥安尼啊。所以因都有淡薄啊反对啊，有淡薄啊反对。啊，反对慢慢啊，就变作压力啊，就讲啊，叫后下一定爱回来咧。中华这边啊，后下就想讲，安尼嘛好咧，无较早自高中出来，拢无登去算中华遮，安那无即阵登来中华遮生存，安尼嘛是会使咧。所以后下呢对台北登来中华，啊登来中华的时阵，后下就伫佛堂遮，甲咱老师讲，我就讲啊，老师放心，我登来阮中华，啊后下即个心嘛是袂退啦，我登来遐适当，遐登来遐生存阮的亲戚朋友，安尼。但是吼、哦，有我咧发现吼、哦，真来会甲神父讲这种话，大部分拢是准备要提。上好吼、哦，咱平常吼、哦，卖去甲神父讲哦，我就是一定要做啥，你先去做，再过来讲。嗯，你底下讲哦，打包票，甲上阿尾啊，迄种立愿不了，无好。哦，你宁可你先去做，做偌济，再过来拄到问题，无法度解决，再过来找老师讲。哦，安尼可能较圆满啦。你卖讲先画，画画诶，甲上阿尾啊，哎呦。诶，规个拢安怎足够讲诶，但是啊，着慢慢做，安尼着无好吼、哦。啊，有下等下中华了，啊，着开始找工课。啊，拄啊，迄年算咱拿以台湾来讲，即项工业是世界第一名，就是脚踏车诶工业哦，自行车啦。即几年当然拢刷过大陆啊，但是有下到八十几年迄遐吼，是咱台湾全世界第一名。哦、嗯，啊，所以后下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咱这着做这道应该较有出脱，所以后下着去找这种脚踏车的零件，哇、嗯，着做这道。啊，这道当然，伊做利润是真高，但是压力嘛真大，啊，时间做工课，时间着真长。所以有个人吼、哦，当然咱无钱去赚钱，当然是好啦，对吧？但是你若归心干那想钱就无好，嗯，安尼敢无了解？嘿，对吧？你。互人看，哇！那明明是迄个钞票，才有诶面，就变作你，呵呵变作扑克脸啦。那就讲，那无利润诶物件，你拢懒得去的对啊，无报酬诶物件，无都无啥想要去。就是讲，咱诶私心就变作足重诶啦。哇！这种嫉妒心、嗔恨心，哦，逐项弄出来。啊，所以正开始来道场，倒来中华诶时候，后下正开始嘛伫接引道场，但是慢慢啊，咱家己就会有一种人讲压价的对啊，家己压价吼，啊，落底下。讲啊，佛堂点完书对我有意见啦，啊，我无适合遮啦。咱家己会靠家己找借口，你知道？会有借口，你要慢慢仔全部来接近。
啊，袂遮紧，休学就开始拢趁钱啊。早时啊六点出门，甲差不多暗时啊十一点回来，规工咧趁钱就对啊。啊，所以休学我那算退过道，算讲休学捌伫道场真诚心，但是休学慢慢因为着做工过，休学出去社会啊呢，虽然讲迄个心啊袂断啦。咱嘛是讲道场有代志，我嘛是会回来啊。发挥可能嘛会回来，一两点钟看者就走啊，安尼啊。但是这种的在讲修道办道，我感觉讲袂过了。啊，就是讲迄个时阵，后下就变作这款的人。啊，你想讲这款的人，其实上天同款慈悲。就是讲咱虽然无咧行道场吼，啊，照你讲，过来发生车祸，那遐严重的车祸吼，大部分拢断去啊，拢断去啊。啊，结果。神父感官，因为哦，你较早修道办道安尼，我那有诚心，所以甲你拨转。啊，有下离开道场差不多无甲三个月，就出车祸，出车祸。啊，迄摆车祸真严重。有下早时啊，差不多七点半，迄天早七点半出门。啊，七点半出门，我拢行准到迄参花路，迄参花路，我那边遐拢重划过吼，我那真大条啦，一台车。会使行，但是两台要小心就较麻烦。哦，一台车会使行，啊，我拢行迄个水板，阮遐有一条水沟叫十三宝圳，我经过十三个庄吼，我就行迄条圳沟边的路。啊，阮遐有一个水板较悬，差不多20公尺悬。啊，后下啊，多摆啊对面顶撸落嘛，撸加撸落，撸落啊，当撸落对面嘛有一个少年囡仔，伊要安怎要爬起来，所以伊油门我那安怎吹个。甲吹甲紧绷，啊，两只怎烧拢？哦，两只阿多巴对阿多巴安尼烧拢，弄落，后下人甲阿多巴怎正手柄这条水沟就安尼甲弄落，弄落人就摔落水沟内底去啊，摔落安尼规个人就戆醒去啊，啊戆醒去，他过应该是他几秒钟啊尔啦，吼无足久个，后下就搁精神啊，搁精神我徛伫迄个路中，路中就看到迄个囡仔，甲后下弄迄个囡仔，我就足紧张个。看伊啊，多摆啊徛啊，都吹来吹来吹来，啊，都紧走起啊！哦，肇事逃逸啦，吼、哦，嗯，啊，过来，有法度看，哎呀，伊太遐紧张，个人在看，哎，水沟内底，我只看到水沟内底有一只阿多摆啊，阿多摆啊嘞，阿多摆佫缀一个人，迄、那个人吼、哦，迄、那個、上半身啊，撑伫水内底，哦，倒叉就对啊啦，啊，两只脚伫水面顶，倒叉叉伫水内底。哎呦！看到伊安尼，我就讲哇！啊，这个安尼胖要死去啊，紧来甲救！啊，要来救的时候，才发现讲，哎、欸，啊，这只阿多巴都我的嘞，啊，这个都我嘞，哈哈！那才发现着讲，家己就是伫水内底迄个人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灵魂出窍啊！哦，这算客气啦，迄叫做要过身哦，要过身才出来，这不是讲要灵魂出窍，加厉害个。那是讲要过身才走出来，不是讲灵魂出窍。那灵魂出窍这阵就用出来啊。那要安尼，我这阵就用出来，不是。那是讲要过身啊。吼、哦，那从鬼口开安尼有啊，所以灵性先出来。咱遮唔知捌看过人过身无？过身之前不是咱喘者喘者喘者，那大部分都是灵性先出来。哦，灵魂已经出来了。啊，后下去的时候看到家己伫遐，我才了解讲啊，拄只出车祸，我这阵要离开这个世界啊。我、哦、后摆咱拢有这个机会，看到这种的，就讲看到家己听啊，做歪起来，甲话歪起来，啊，你就知影讲我要走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唔只爱修道，爱办道，恁这种修道办道，互咱了解讲，哦，咱人走去了后，还阁有一个世界伫咧，哦，这点后下这阵就是，是安怎今日点万书会拜后下来，上主要嘛是甲过一阵人讲这个，就讲唔是讲死了后，啥物拢无啦，啊，后下死过一摆，所以我甲你讲死了后阁真济。嗯，够有啦，够有哦。啊，后下就看到安尼啊，我就迄、那个等一下，迄、那个时阵吼，迄、哦、有一种美术，咱即阵录放影机同款安尼，一直放，一直放。哎，画面就一个一个一直来，一直来。啊，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后下伫台北，阮已经佛堂，我要回来的时阵，甲人老师甲神父讲的话，我要回来阮兜遮设佛堂，我要回来遮度阮遮众生。后下个第一个就是愿啦，愿啦，愿力啊，所以。有当时啊，确实是安尼。咱若拄到足危急的时阵，就是看你的业力较大，还是你的愿力较大。你的愿力较大，你就继续安怎？继续了愿呐。啊，你若业力较大嘞，你就还债啊，你就可能就一命呜呼啊，就归心去啊。啊，所以
咱有收到无收到，确实有差差伫遮啦。有个人破病病甲真重，但是咧，伊就妄行妄行，行到想要啥行煞，赶快身软如棉啦。这嘛是一种情形。啊，有个咧，伊就破病出车祸该死安怎？无死有哦，这种个就是啊，像后学者就是，因为伫道场有咧修有咧行，拄到个时阵，神父帮咱拨转一下安尼啦，都无遐严重。啊，后学就想讲啊，安尼这条弯我未了，啊，我若转去。我嘛是这条弯无了，我嘛是爱阁落来啊。安尼假使讲我即阵卖转去，我对遮看有哈机会了弯无？我安尼想吼，咱求道的时阵啊，咱求道在座哪有人无求道？我即阵讲的你都唔知影，所以哪有法度等下才来求道？因为这件代志只有求道，只有点传师才会用来做。就是讲求道，咱点传师甲咱点的这点玄关窍，后下个灵性对倒位入来呢？对这点入来玄窟。哦，对外口哦，安怎个雄雄？人讲灵魂安怎会飞天、会畅水过啊？会遁地？哎，确实，吼，有法个怎灵性呢？落水入来胸口，入来胸口了，真疼，胸口足疼啊！因为迄弄着阿妈棍啊，所以胸口足疼，有法就想要爬起来，因为畅伫水内底啊，想要爬起来，一出力，这个灵魂佫走出来。咱只捌做过迄个生菜沙拉无？啊，生菜沙拉，咱煮个沙拉，毋是在沙拉加一空，啊，怎安尼煮落有无？沙拉就走出来。后下去个时阵，就有这种感觉。我一出来，袂输迄个人，就怎好煎出来，怎飞出来，安尼了解吧？哦，就是讲，咱迄个灵魂怎对咱求道这点走出来，走出来后下就讲，我不爱啊，我出来就死去啊，我要搁转来啊，搁入来，搁试看卖，搁出来，搁走出来。等于讲，这个身躯吼，死到要差不多去啊。无法度扎力啦，哎，所以后下段佫入来了，我唔敢出来啦。你出来就佫走出来啊，所以我就不爱出来，我就用想的，想讲我要站起来，我要活下去。正讲那是讲，被活不爱活的时阵，差别就是差的啥，叫做意志力啊，意志力，迄种意志，被活起来迄个意志力，后下段我一定被活起来，我一定被徛起来。啊，讲嘛奇怪，安尼竟然嘛是有效呢，后下段压起来。看到迄个光，就是头颅啊压叮当了对啊，我怎有看到迄水的光啊？啊，看到光了后，啊阿妈棍足疼的啊，我规个人就搁晕去啊，搁昏去啊，啊昏去差不多过30分钟，我那接啊离我出车祸的所在有2公里远啊，我那接要出门，啊伊怎对因兜出来，我看到讲，哎，啊他有一个少年囡仔趴伫阿多巴面顶，哎阿多巴噗，跟因兜怎停落？停下来，我那只下就想讲，哇，这是安怎不良少年跟人相拍，紧要去报警察啦。我那只嘛出来，只讲啊，这都啊，这个因后生啊，嘿，才紧甲后学再去病院。啊，后学去病院了后，就报警察啦，因为迄伤较足严重啊，可能会过心嘛，所以就先报警。啊，警察就先去找讲肇事地点啦，对我那只个因头开始找等于。啊，找到现场，伊就讲啊，这哦，家己徛伤紧，弄电火条啊，吼，那个警察来搜访啦。啊，结果因就讲啊，那弄电火条是安怎？他有2条刹车痕迹，啊，过来咧，涂骹全部拢碎片，系啊，啊，过来水沟啊内底咧，装油甲火，哦，可见这是安怎？有出车祸的。啊，警察讲啊，安尼啊，多摆啊是安怎？他对水沟啊，佮走起来路中，啊，佮对路中佮徛2公里。去看哪只引导，啊，这就是讲，咱若要讲叫做显化啦，就是讲，有法感觉讲，哦，神佛确实有大力士的仙佛，哦，就是讲神佛有人有足有力的神佛，哦，伫别个甲咱帮助，咱修道办道吼，确实这神佛有滴庇佑啦，有法的感觉吼，啊，唔，迄这种庇佑唔是讲，哦，你有行道场才有哦，迄是讲，你这个人呐，修道有哦，有求过道，基本上。神佛就甲你肯定就对啊，哦，仙佛就甲你庇佑。啊，后下大医了，阮爸爸想讲啊，这阿多拜啊，都要搁会徛啊，无来甲牵来修理。要牵去修理的时候呢，头前链啊，卡掉啊，发袂起来，无当紧。要牵袂行，迄规个链啊了，弯卡掉啊。啊，奇怪呢，迄个时阵搁有通徛2公里呢。所以有阵时候若要讲这吼，要讲红信，我拢讲。这有点像要讲哦，恁信就歹，因为吼、哦，我家己都唔信，我都唔信。因为后来我再去看，我太有可能，这阿多麦对
这水沟佫飞起来，路中佫对路中驶两公里去弯道。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啊，吓，事实就是安尼啊。连那警察都唔相信，但是伊嘛只好安尼写，吓啊，写肇事逃逸。所以有黑即阵是有案底的呢，我有案底，啊未销案哦。吓啊，迄若讲参尾还是报道遐有发生车祸，还是抓到迄种等下飙车族还是超速的，有当时啊就会找有黑去看卖啊是毋是啊？啊，但是这。要安怎应证？这就是讲，既然讲啊，开始天恩师德了，过来就送去病院。其实这大家有哈拢昏去啊，我拢唔知道发生啥代志。啊，伫病院的时阵，有哈有一个我第一个画面，醒来的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都系医生啊，医生拿一支眼啊呢，全夹出来，啊，直接咧动手术，啊，扭出来，啊，有哈都痛到精神，精神看到医生夹出来，迄唔知咧说啥，过来就讲。范先生，你行了，再忍一口气，啊，怎过去了？吼、哦，过来你动手术啦！哎呦，可怜啊！我底下安尼拽，安尼拽，对啊，吊安尼，啊，疼疼到啥啊？不要动袂掉，过安怎？过昏去，啊，无就吐白泡污啊，过昏去，夹到嘴个规个嘴即拢流歪歪安尼，算讲处理几点啊？真痛苦，哦。好啊，就底下急救啊，才救到12点，哦，12点。有啊，这是时间拢用按，哦，用按的尔。我其实我唔知影时间啦，但是应该差不多啦。因为你着看，差不多中昼因休困，哦，哎，电话测暗可能是差不多中昼。啊，中昼手术了，啊，伊迄个医生就讲啊，范先生，哦，你这算不幸的大幸啦。用你这空嘴对倒弄入面，有啊，空嘴对后边只，对只插入，啊，对头前只插出来，都要化验就对啦，安尼了解啦吼，化验安尼测出来。啊，切出来，迄个时阵空嘴偌大咧，啊，比咱这个背啊较大啩，嘿，空嘴这个规个怎啊，狠狠一平安尼无去就对啊啦，哦，大家你去想看卖这，哦，偌恐怖的对啊，嘿，真恐怖安尼，啊，过来，迄医生就讲吼，你这有颈动脉、有气管、有颈静脉，讲你这好加载，你的气管动脉无断，你断静脉，但是伊讲你这嘛足奇怪，他有人讲这边无断。啊，内底做断，咱安尼是毋是无合理？你若安尼切出来对不？他有可能讲接无断啊，后壁会断啊，事实就是断这条哦。啊，但是虽然这阿妈棍这大家这气管无断哦，但是后下拢无法度讲话，我呼吸这拢会漏风会痛，所以这嘛拢有受伤足严重的。啊，医生讲你若是这动脉断吼，你落落水过30分钟，你这上来这头脑可能拢脑筋拢害去啊。讲你若是断气管，你阁落落去水内底拄啊怎窒息有啊？哎呀，马上就窒息，你嘛晕死！你拄啊好带去，即、這个静脉断啊，静脉会滴流会较慢，吼、哦，愈流愈慢。所以讲，你来病医的时阵啊，血压量无啊，量血压量无呢，哎，输血拍袂入去啊。你唔是讲咱急救拢爱输血有啊？迄血拍袂入去，伊结果伊安怎拍？用你只都要等一支，直接都要对这支直接接入，哦，对静脉直接接入去的对啊，接入去输血啦，安尼啊，啊才救起来。哦，所以有哈感觉讲，你都算讲出车祸嘛是车祸，甲嘟嘟啊好安尼，那天恩师德啦。啊，过来医生我讲，伊讲你这伫我家吼，哦，爱观察3天，我才敢甲你听，因为惊讲清无清气，我讲落来搞啊，你这种刷啊啥拢伫内底。用我只爱穿3天，我才敢甲你手术。哎，讲啊，你若要较紧嘞，你就转去较大间嘞。啊，所以迄暗，阮爸爸就底下想讲，这应该是一间病院安怎技术无够。啊，你若技术够，当然你轻伤一定紧天才对啊。他有讲轻伤，搁等3天会死未死？接过来决定讲要天歪天，安尼就无合理啊。所以迄暗就转过彰化秀团去秀团病院。啊，秀团病院去暗去的阿妈医生怎讲？啊，今日伤暗啊，咱手术房无位吼，啊，无你妈在遮动手术，啊，今日先做检查，伊就规个检查哦，电工啦、X 光啦，哦啊，超音波啥拢定做的对。啊，定做伊迄个像照电工是毋是啊？安尼搬过喎，规个人爱换温床啊。因搬的时阵啊，脚手现看嘛，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，但是后壁头袂记咧搬。叫怎扭起来吼？有黑这个头啊，怎落来？规个落来，爱血怎自己个流来？流来有黑就袂输啥呢？袂输咱即阵在安尼怎样样禁点伊？
你著啊，电火熊熊失电安尼啊，无法度想，无法度讲，无法度呼吸，总停，哎、欸，拢无感觉去。啊，迄护士紧甲即个头安尼压起来，压起来，啊，著马上阁转来，哎、欸，会用想，会用呼吸。但是咧，有一个规个头壳拢血，我感觉我规个嘴啦、鼻腔啦，也是咧目睭感觉。啊，电文书各位真人，大家好，大家请坐。啊，不敢当。好、哦，啊，咱拄正第一节课，安尼讲的速度敢会伤紧？没吼。没有听到。哦，好。啊，过来休学哦，讲第二节课吼、哦。啊，对金门回来了后，休学就去哦，算正开始嘛，回去台北。你台北办桌啊，迄个时阵我。有一个王讲师，伊咧开安亲班，啊，有遐去遐斗三工。斗三工有一摆吼，阮着带迄个国校啊，三年，一年嘛有啦，一年三年，吼，拢总有六个学生，伊着讲要求道，吼，啊，甲因讲，我着讲啊，明仔爱穿整齐服装，哦，穿学校制服，咱来求道，哦，大家要乖乖。啊，学生大家算完了，正心笑，伊着问啊，讲老师啊。求道是要拜什么？我就讲拜仙佛啊，他就开始问啊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哇，哦，仙佛长什么样子？其实咱讲的仙佛长什么样子，拢是咱想出来。哦，正样的仙佛生出啥款，咱唔捌看过嘛，对不？咱看无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这囡仔太安尼哦，这个手、口齿这样尼啊伶俐的安尼吼，啊就讲啊，只要你吼明仔乖乖的，你就会看到仙佛啊。哦，安尼来看到仙佛好，啊，过天刚因就讲好，安尼我要来看仙佛，啊，就六个就来佛堂吼，啊，因为囡仔嘛，所以就无开示道义，就直接请单，啊，请单点文书，迄、那个请坛词啊，一念落吼，啊，念落了后，迄内底啊，因六个原本徛好啊，真整齐啊，内底其中有一个就讲，啊，老师紧走哦，佛堂有鬼哦，哇！听出来，哇！一个出来，大家就拢走出来啊！拢哇，紧走，紧走，哇！走出来，走出来以后，甲王讲师约出来啊！王讲师约到了，讲胡说啊！佛堂怎么会有鬼？佛堂太有鬼！用哇，老师你敢无看到？哦，一个几啊百只手，几啊百粒目睭的鬼在佛道面顶。嗯，各位真人，恁想这是啥物？嗯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。嗯。咱请单一请落，伊就看到，迄囡仔看到了，阮其他拢戆戆，但是迄内底，我就讲啊，这个就是仙佛啦，进来进来。但是我甲王讲师的底下讲，这胖来乱的款，即、這个囡仔无乖安尼啦吼，无乖。啊，过来，咱请坛了，就爱跪读深情喎，啊，就跪落来，啊，就开始哦，啊，就跪在三诶、什么明明上帝莲下，又升起三奇音韵，弥勒古佛。诶，六个另外一个，唔是拄正讲迄个哦，另外一个，伊就向向比诶，比佛道讲，诶，肥猪肥猪肥猪坐伫佛道面顶，哈哈哈哈哈，因为，嘿啊，哦，阮就胡说胡说，嘿，哦，啊，结果求道了，阮三宝分开来讲嘛，伊面顶就和迄个可能大学生因，还是社会人士，啊，老卡。为因这种国小的讲，啊，传来阮川堂遐都有一张弥勒戏白纸啊，那就是弥勒祖师啊，囡仔拢伫巴肚顶爬有啊，迄个啊，拄只迄个是这個，哦，哎、欸，你看，阮佛堂无弥勒祖师像哦，干那楼卡有尔，啊，伊伫楼顶就先讲，哦，讲都是这个，哦，这实在不可思议，哦，我啊，过来继续，迄伫板凳的时阵啊，我就甲王讲师，咦、嗯欸，奇怪啊，因太看有。就开始问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这个嘛有，六个内底有五个拢讲有看到，啊，剩一个嘛，剩一个无，啊，就板刀板刷啊，板刷，我就抓落来，抓来就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哦，不是你啦，吼、哦，你一定是不恭敬啦，要不然人家其他人都看得到，怎么你看不到？那、啊、太你无看到，刚刚你无看到，结果伊讲，谁说的？我有看到，我看到的跟他们都不一样，因为我哪有看到，伊看到跟迄无同款。那、啊、阮就真心想，我问讲啊，你到底看到啥？因为伊看到的拢对外口落来，拢对外口飞落来。因为伊看的迄、那个对佛顶啊，佛顶照出来，伊讲迄佛顶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大。
啊，只一粒头对遐凸出来安尼，啊，伊讲出来吼，哦，迄、哦那个作草诶，哦，迄、那个作草，嗯、哦，就是我们老师啊，咱济公老师啊，讲迄、那个作草，啊，作草老师来咧，伊讲正开始就四界行，四界行，讲咱只徒儿啊，安怎诶啦，还是讲心情郁卒咧，伊就甲你灌酒啦，甲你创，其实咱拢唔知影，即、這个囡仔讲。伊拉讲啊，我就问啊，讲啊，老师手有提啥无？伊讲有，又摕一个亏线，但是迄吼亏线，现在用迄个草稻草啊有无？哦，迄稻啊落拔起来迄种啊，啪啪啪做大声。欸，我有去找三宅印证过啊，伊讲确实咱老师的法器是摕迄种，哦，迄蒲扇啊，迄种诶啪啪啪迄种啊。哦，安尼看起来这囡仔嘛无共骗的，因大家拢有看到。哦，啊，后来我甲王讲师甲讨论一下，讲啊是安怎因看有，啊做因波书还是看无？啊，哦，讲这应该是安怎咧？哦，神佛照着囡仔来甲咱讲，这个道确实是有啦。哦，咱讲有神佛，啊，这几年咱道场慢慢啊仙佛指教有哦，咱都无照巧。但是你讲无照巧，敢真正无神佛？你看慢慢啊应景真济。哦，咱咧有咧讲法会现场图有哦，最近有咧印尼。一年的道亲画出来喎，我、哦、这确实是哦，咱这书圣吼、哦、不得了了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后下伫台北，我那搁伫遐做工课，做尾差不多半年，我还未挖一年啦，还未挖一年，因为咱算讲拢做迄种唔是讲做正职的迄种，唔是全职的迄种工课嘛。按进班迄可能就兼差一礼拜去几工啊，安尼。啊，但是咧。厝内底人可能唔是安尼想，你看咱时代，咱拢会安怎想？啊，这囡仔毕业，还是讲囡仔大学毕业，照你讲，就爱赚钱啊，爱饲家啊。他有闲讲，哦，啊去台北啊，拢无提钱回来，啊嘛唔知影你做啥安尼啊。所以因都有淡薄啊反对啊，有淡薄啊反对。啊，反对慢慢啊，就变作压力啊，就讲啊，叫后下一定爱回来咧，彰化这边啊，后下就想讲。安尼嘛好咧，无较早自高中出来，拢无转去算彰化遮，安那无即阵转来彰化遮生存，安尼嘛是会使咧。所以后下呾对台北转来彰化，啊转来彰化的时阵，后下就伫佛堂遮，甲咱老师讲，我就讲啊，老师放心，我转来阮彰化，啊后下即个心嘛是袂提啦，我转来遐适当，遮转来遐生存阮的亲戚朋友，安尼。但是吼，后下你发现吼。真来会甲神父讲这种话，大部分拢是准备要提。上好吼，咱平常吼，卖去甲神父讲哦，我就是一定要做啥，你先去做，再过来讲。嗯，你底下讲哦，打包票甲上阿尾啊，迄种立愿不了，无好。哦，你宁可你先去做，做偌济，再过来拄到问题，无法度解决，再过来找老师讲。哦，安尼可能较圆满啦。你卖讲先画，画画甲上阿尾啊，哎呦，诶，规个拢安怎，足够讲诶，但是。啊，就慢慢做，安尼就无好哦。啊，有下等来中华了，啊，就开始找工课。啊，拄啊，迄年算咱拿以台湾来讲，这项工业是世界第一名，就是卡踏车的工业哦，自行车啦。这几年当然拢刷过大陆啊，但是有下到八十几年，遐吼是咱台湾全世界第一名。哦、嗯，啊，所以后下迄个时阵想讲，哇，咱这着做这道应该较有出脱，所以后下着去找这种卡拉车的零件，啊，着做这道。啊，这道当然，伊做利润是真高，但是压力嘛真大，时间做工课，时间着真长。所以有个人吼，当然咱无钱去赚钱，当然是好啦，对吧？但是你若归心敢若想钱就无好，嗯，安尼敢无了解？嘿，对吧？你。互人看，哇！那明明是迄个钞票才有诶面，就变作你，呵呵变作扑克脸啦。那就讲，若无利润诶物件，你拢懒得去了，对啊？无报酬诶物件，无都无啥想要去。就是讲，咱诶私心就变作足重诶啦。哇！这种嫉妒心、嗔恨心，哦，逐项弄出来。啊，所以正开始来道场，倒来中华诶时候，后下正开始嘛伫接引道场。但是慢慢啊，咱家己就会有迄种，人讲压价的对啊，家己压价吼，啊，落伫遐。讲啊，佛堂点完书对我有意见啦，啊，我无适合遮啦。咱家己会靠家己找借口，你知道？会有借口，你要慢慢啊，全部来接近。啊，来接近，后下就开始拢赚钱啊。早时啊六点出门，到差不多暗时啊十一点回来。
规工咧趁钱就对啊。啊，所以后海我那算退过道，哦，算讲后海把伫道场真诚心，但是后海慢慢哦，因为着做工课，后海出去社会啊呢，虽然讲迄个心也袂断啦，咱嘛是讲道场有代志，我嘛是会转来啊，发挥可能嘛会转来，一两点钟看者就走啊安尼啊。但是这种的在讲修道办道，我感觉讲袂过啦。啊，只是讲迄个时阵后海就变作这款的人，啊，你想讲这款的人？其实上天同款慈悲，就是讲咱虽然无咧行道场吼，啊，照你讲，过来发生车祸，那遐严重的车祸吼，大部分拢断去啊，拢断去啊，啊，结果神父同款，因为哦，你较早修道办道安尼，我那有诚心，所以甲你拨转。啊，有遐离开道场差不多无甲三个月，就出车祸，出车祸。啊，迄摆车祸真严重，有遐早时啊，差不多。七点半，迄工操七点半出门，啊，七点半出门，我拢行准到迄参花路，迄参花路，阮那边遐拢重划过的，吼、哦，我那真大条啦，一台车会使行，但是两台要小心就较麻烦，哦，一台车会使行，啊，我拢行迄个水板，阮遐有一条水沟叫十三宝圳，我、啊、经过十三个圳吼，我就行迄条准到边的路，啊，阮遐有一个水板较悬，差不多。20公尺高，啊，后下啊，多摆对面亮撸来嘛，撸加撸来，撸来啊，当撸来对面冒一个少年囡仔，伊要安怎要爬起来，所以伊油门我那安怎，吹甲紧绷，啊，两只怎烧拢？哦，两只啊，多摆对啊，多摆安尼烧拢，弄来，后下人甲啊多摆啊怎正手柄这条水沟就安尼个弄来，弄来人就摔落水沟内底去，摔落安尼，规个人就戆醒去啊。啊，讲神去，他过应该是他几秒钟啊，尔啦，吼，无足久个，然后就搁精神啦，搁精神，我徛伫迄个路中，路中就看到迄个囡仔，甲后下弄迄个囡仔，我就足紧张个，就牵伊啊，倒摆徛啊，就吹来吹来吹来，啊，就紧走起啊，哦，肇事逃逸啦，吼，嘿，啊，过来后下就看，哎呀，伊太遐紧张，搁在看，哎，水沟内底，我才看到水沟内底有一只阿倒摆啊，啊倒摆啊嘞。啊，多半还佫缀一个人，迄、那个人吼、哦，迄、那個、上半身啊，撑伫水内底，哦，倒叉就对啊啦，啊，两只脚伫水面顶，倒叉叉伫水内底。哎、啊、呦，看到伊安尼，我就讲，哇，啊，这个安尼胖要死去啊，紧来甲救。啊，要来救的时候，才发现讲，哎、欸，啊，这只啊，多半就我的咧，啊，这个就我咧，哈哈，那才发现着讲，家己就是伫水内底迄个人，啊，这什么意思？灵魂出窍啊！哦，这算客气啦，迄叫做要过身哦，要过身这才出来，这不是讲要灵魂出窍，加厉害个，迄是讲要过身才走出来，不是讲灵魂出窍。那灵魂出窍这阵就用出来啊，那要安尼我这阵就用出来，不是，迄是讲要过身啊，哦，迄从鬼口开安尼有啊，所以灵性先出来。咱遮唔知捌看过人过身无？过身真正不是咱喘者喘者喘者，迄大部分都是灵性先出来。哦，灵魂已经出来了。啊，后下去的时候看到家己伫遐，我才了解讲啊，拄只出车祸，我即阵要离开这个世界啊。我、哦、后摆咱拢有这个机会，看到这种的，就讲看到家己听啊，做歪起来，甲话歪起来，啊，你就知影讲我要走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唔只爱修道，爱办道。恁这种修道办道，和咱了解讲，哦，咱人走去了后，还阁有一个世界伫咧。哦，这点后下即阵就是先让今日。点完书会摆后下来，上主要嘛是甲过一阵人讲一下，是讲唔是讲死了后虾米拢无啦？啊，后下死过一摆，所以我甲你讲死了后佫真济，佫有啦，佫有吼、哦。啊，后下就看到安尼啊，我就迄、那个等一下，迄、那个时阵吼，迄、哦、有一种美术，咱即阵录放影机同款安尼一直放，一直放，哎、啊，画面就一个一个一直来，一直来。啊，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后下伫台北，我已经发动，我要回来的时阵，甲人。老师甲神父讲的话，我要回来阮兜遮设佛堂，我要回来遮度阮遮的众生。后下个第一个就是愿嘛，愿嘛，愿力啊。所以有当时啊，确实是安尼。咱若拄到足危急的时阵，就是看你的业力较大，还是你的愿力较大。你的愿力较大，你就继续安怎？继续了愿呐。啊，你若业力较大嘞，你就还债啊，你就可能就一命呜呼啊，就归心去啊。啊，所以。咱有修道无修道，确实有差差伫遮啦。有个人破病病甲真重，但是咧，伊就妄行妄行，行到啥物啊？行煞，
赶快生软如棉啊，这嘛是一种情形。啊，有诶咧，伊都破病出车祸该死安怎？无死有哦，这种诶就是啊，像后学者就是，因为伫道场有咧修有咧行，拄到诶时阵，神父帮咱拨转一下安尼咯，都无遐严重。啊，后学就想讲啊，安尼这条弯我未了，啊，我若转去，我嘛是这条弯无了，我嘛是爱搁落来啊。安尼假使讲我即阵卖转去，我对遮看有较机会了完无？我安尼想吼，咱求道的时阵啊，咱求道在座哪有人无求道？我即阵讲的你都唔知影，所以哪有法度等下才来求道？因为这件代志只有求道，只有点传师才会用来做。就是讲求道，咱点传师甲咱点的这点玄关窍，后下个灵性对倒位入来呢？对这点入来玄窟哦，对外口哦，安怎个雄雄？人讲灵魂安怎会飞天、会畅水过啊？会遁地，哎，确实，吼，有法个怎灵性呢？落水入来胸口，入来胸口了，真疼，胸口足疼啊！因为迄弄着阿妈棍啊，所以胸口足疼，有法就想要爬起来，因为畅伫水内底啊，想要爬起来，一出力，这个灵魂佫走出来。咱只捌做过迄个生菜沙拉无？啊，生菜沙拉。咱煮个沙拉，毋是在沙拉加一空，啊怎安尼煮落有无？沙拉就走出来。后下去个时阵，就有这种感觉。我一出来，袂输迄个人就怎生出来，怎飞出来？安尼了解吧？哦，就是讲咱迄个灵魂怎对咱求道这点走出来，走出来后下就讲我不爱啊，我出来就死去啊，我要搁回来啊，搁入来，搁试看卖，搁出来，搁走出来。等于讲这个身躯吼，死到要差不多去啊，无法度再力啦。所以后下怎搁入来了，我唔敢出来啦。你出来就搁走出来啊，所以我就不爱出来，我就用想的，想讲我要站起来，我要活下去。这样讲那是讲被活不爱活的时阵，差别就是差在啥，叫做意志力啊，意志力，一种意志，被活起来迄个意志力。后下就我一定要活起来，我一定要徛起来。啊，讲嘛奇怪，安尼竟然嘛是有效呢。后下怎举起来，看到迄个光。就是头颅啊，压叮当就对了。我怎有看到迄水的光啊？啊，看到光了后，啊，阿妈棍足疼的啊！我规个人就搁晕去啊，搁昏去啊！啊，昏去差不多过30分钟，我那接啊，离我出车祸的所在有2公里远啊！我那接要出门，啊，伊怎对因兜出来，怎看到讲，哎，啊，他有一个少年囡仔趴伫阿多巴面顶，哎，阿多巴噗，甲因兜怎停落？停下来，我那姐就想讲，哇，这是安怎不良少年跟人相拍，紧要去报警察啦。我那姐嘛出来，才讲啊，这都啊，这个因后生啊，才紧甲后学再去病院。啊，后学去病院了后，就报警察啦，因为迄伤较足严重啊，可能会过身嘛，所以就先报警。啊，警察就先去找讲肇事地点啦，对我那姐个因头开始找等于。啊，找到现场，伊就讲啊，这哦，家己徛伤紧，弄电火条啊，吼，那个警察来搜访了。啊，结果因就讲啊，那弄电火条是安怎？他有2条刹车痕迹，啊，过来嘞，涂骹全部拢碎片，系啊，啊，过来水沟啊内底嘞，装油甲火，哦，可见这是安怎有出车祸的。啊，警察讲啊，安尼啊，多摆啊是安怎？他对水沟啊，佮走起来路中，啊，佮对路中佮徛2公里。去看哪只引导，啊，这就是讲，咱若要讲叫做显化啦，就是讲，有法感觉讲，哦，神父确实有大力士的先佛，哦，就是讲神父有人有足有力的神父，哦，伫别个甲咱帮助，咱修道办道吼，确实这神父有滴庇佑啦，有法的感觉吼，啊，唔，迄这种庇佑唔是讲，哦，你有行道场才有哦，迄是讲，你这个人呐，修道有哦，有求过道，基本上。神父就甲你肯定就对啊，哦，仙佛就甲你庇佑。啊，后下断完了，阮爸爸想讲啊，这阿多拜啊，都要搁会徛啊，无来甲牵来修理。要牵去修理的时候呢，头前链啊，卡掉啊，发袂起来，无当紧。要牵袂行，迄几个链啊了，弯卡掉。啊，奇怪呢，迄个时阵搁有通徛2公里呢。所以有阵时候若要讲这吼，要讲红信，我拢讲。这有点像要讲哦，恁信就歹，因为吼，我家己都唔信，我都唔信。因为后来我再去看，我透可能这阿东哎，对，这水沟佫飞起来，路中佫对路中塞2公里去弯道，但是事实就是安尼啊，
嘿啊，事实就是安尼，连那警察都唔相信，但是伊嘛只好安尼写，嘿啊，写肇事逃逸，所以有黑即阵是案底的呢，我有案底，啊未销案哦，嘿啊，迄哪讲参尾啊是报道遐有发生车祸，啊是抓到迄种等下飙车族啊是超速的，有当时啊就会找有黑去看卖啊是唔是啊，嘿啊，但是这要安怎应证？这就是讲既然讲啊，开始天恩师德啦，啊，过来就送去病院。其实这大家有黑拢昏去啊，我拢唔知道发生啥代志。啊，伫病院的时阵，有黑有一个我第一个画面，醒来的第一个画面是啥呢？拄系医生啊，医生拿一支眼啊呢，全夹出来，啊，直接咧动手术，啊，扭出来，啊，有黑都痛到精神，精神看到医生夹出来，迄唔知你说啥，过来就讲，范先生你醒了，再忍一口气，啊，怎过去？吼，过来咧动手术啦，啊，有黑。可怜啊！我底下安尼拽，安尼拽，对啊，吊安尼，啊，疼疼到啥啊？不要动袂掉，搁安怎？搁昏去，啊，无就吐白泡污啊，搁昏去，咬到嘴个规个嘴即拢流啊歪歪安尼啊，算讲处理几点啊，真痛苦哦。好啊，就底下急救啊，才救到12点哦，12点，有啊，这是时间拢用按哦，用按的尔，我其实我唔知影时间啊，但是应该差不多啦，因为你着看，才中昼因休困。哦，哎，电话测暗可能是差不多中昼，啊，中昼手术了，啊，伊迄个医生就讲啊，范先生，哦，你这算不幸的大幸啦，用你这空嘴对倒弄入面，有法个空嘴对后壁只，对只插入，啊，对头前只插出来，拄好还原就对啦，安尼了解啦吼，还原安尼切出来，啊，切出来迄个时阵空嘴偌大嘞，啊，比咱这个鼻啊较大挂，嘿，空嘴这个规个怎啊，狠狠一平安尼无去就对啦。哦，大家你去想看卖这個，哦，偌恐怖的对吧？嗯，真恐怖安尼。啊，过来，迄医生就讲吼，你这有颈动脉、有气管、有颈静脉，讲你这好加载。你的气管动脉无断，你断静脉。但是伊讲你这嘛足奇怪，他有人讲这边无断，啊，内底煞断。咱安尼是毋是无合理？你若安尼切出来对不？他有可能讲这无断，啊，后壁会断。啊，事实就是断这条。哦，啊！但是虽然这阿妈棍即大家这气管无断哦，但是后下拢无法度讲话，我呼吸这拢会漏风会痛，所以这嘛拢有受伤足严重的。啊，医生讲，你那是这动脉断吼，你落落水过30分钟，你再上来这头脑可能拢脑筋拢害去啊。讲你那是断气管，你过落落水内底多安怎窒息哇？哎呀，马上就窒息，你嘛晕死，你拄好倒来去。即、这个静脉断啊，静脉会滴流会较慢，吼、哦，愈流愈慢，所以讲你来病医的时阵啊，血压哪样无啊，量血压哪样无呢？哎，输血拍袂入去啊！你唔是讲咱急救拢爱输血有啊？迄血拍袂入去，结果伊安怎拍？讲你只拄啊断一支，伫只拄啊对一支直接接入，哦，对静脉直接接入去就对啊，接入去输血啦，安尼啊，啊才救起来。哦，所以有较感觉讲，你。就算讲出车祸嘛，是车祸甲嘟嘟啊好安尼，那天恩师德啦。啊，过来医生啊讲，伊讲你这伫我家吼，爱观察3天，我才敢甲你听，因为惊讲清无清气，讲落来搞啊，你这拢沙啊啥拢伫内底，用我才爱清3天，我才敢甲你手术。啊，讲啊，你若要较紧呢，你就转去较大间咧。啊，所以迄暗，阮爸爸就伫遐想讲。这应该是这间病院安怎技术无够？你若技术够，当然你青伤一定紧填才对啊。他有讲青伤搁等3天会死未死？接过来决定讲要填歪填，安尼就无合理啊。所以去暗就转过彰化秀团去秀团病院。啊，秀团病院去暗去就暗啊暗啊，医生怎讲啊？今日伤暗啊，咱手术房无位吼，啊无你明仔再动手术。啊，今日先做检查，伊就规个检查哦，电工啦、X 光啦，哦啊，超音波啥拢定做的对。啊，定做伊迄度像照电工是毋是啊？安尼搬过喎，规个人爱换温床啊。因搬的时阵啊，脚手现看嘛，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，但是后壁头袂记咧搬。叫怎扭起来吼？有法即个头啊，怎落落？规个落落，爱血怎自己会流落？老来后学就未输啥呢？未输咱即阵在安尼怎雄雄禁电去？你着啊，电话雄雄失电安尼啊，无法度想，无法度讲，无法度呼吸，总停。
哎，拢无感觉去。啊，迄护士紧甲即个头安尼压起来，压起来，啊，就马上阁转来。哎，会用想，会用呼吸。但是咧，有一个规个头壳拢血，我感觉我规个嘴啦、鼻腔啦，还是咧目睭感觉，像照电光是毋是啊？安尼搬过喎，规个人爱换温床啊。因搬的时阵啊，脚手现看嘛，甲阿妈棍拢会记咧搬，但是后壁头袂记咧搬，叫怎扭起来吼，又发这个头啊，怎落来，规个落来，爱血怎就给流落来。老来后学就未输啥呢？未输咱即阵在安尼讲，雄雄禁电去，你着啊电火雄雄失电安尼啊，无法度想，无法度讲，无法度呼吸，总停，哎，拢无感觉去。哎，护士紧甲即个头安尼压起来，压起来，啊，着马上阁转来。哎，会用想，会用呼吸，但是咧，有一个规个头壳拢血，我感觉我规个嘴啦、鼻腔啦，还是咧目睭感觉啦，规个拢血吼，拢血。啊、所以第一天真可怜嘞，第一天就足可怜啦。第二天啊，第二天就拜六啊，拜六想讲早时啊，就要动手术，叫做来的是一个迄、那个足少年穿牛仔裤的医生。啊，这是啥物？叫做实习医生哦，实习医生。啊，伊来就讲啊，范先生歹势，啊，你的医生吼、哦、是因对台北请来的，伊讲拿秀团来讲，因外口请的医师，因拢周休二日。因今日拄啊拄着拜六，啊明仔礼拜你的医生休假去，所以今日无通甲你动手术，明仔嘛无法度。但是医生有交代讲爱甲你看你的空嘴，哦爱甲你清者。啊结果，迄实习医生伊就甲你裂开啊。伊话这阿妈骨原本是用迄纱布盖的，啊伊一裂开伊嘛无想着讲，其实这是半边，迄空嘴遮大，伊裂开伊后壳就哇疼。迄血规个拢抓出来吼，咱即搭只看布袋戏喎，迄头剁掉，迄血毋是乌白飞，迄都未输迄种诶，你知道？迄血怎安尼抓出来？血溅吼、哦、三尺，迄规个护士、医生诶衫拢肿血啊，扭咧会疼，咱扎力用要安尼规个穿起来喎，迄血规个拢抓出来，我抓出来，迄实习医生我那惊着，伊想讲哇，即、這个头壳太长做两过。因为确实有型就对了啦，你若安尼直接现场看，应该就是长两过。怎治迄个急救人啊？哎，原本就是迄个监护病房，所以医生啦、护士大家拢围过来啊，六七个都围过来，甲你倒迄个啥呼吸器，甲你电的安尼，哦，有够可怜的，无死险险死去。伊迄个直接就甲你灌迄上锁有无？直接甲你灌落，啊，你鼻腔都原本都要过会输，怎安尼直接甲你灌落？哦。迄袂少去有人揢迄电钻对只甲你钻落，啊真艰苦。啊，过来伊迄有迄电击器啊，电击器伊迄就是因为伊惊讲你胸胸休克，所以伊咧急救的时阵拢会适度甲你加压。啊，你著听着安尼啪啪啪啪啪啪，啊，毋知是家己咧想还是怎讲，我著想我迄透烤肉的味安尼。迄是其实应该是无啦，迄就是干那电的声，但是你著听着迄种电的声有无？滴滴啪啪啪啪啪啪。哇、哦！啊，后壳就那闻到迄烤肉的味啊呢，啊，有够可怜的。啊，后来迄医生到见面啊，因就直接看讲，伊只敢那血流出来尔，但是生命迹象足好个啦，所以无问题啦，无问题就救掉救掉。哦，这算乌龙事件。但是后壳真可怜啊，底下红，那算未输向零滴啊。啊，医生就开始换药啊，换药啊，伊就甲这肉啦、血啦，规个拢夹出来哦。规地一地一地安尼夹夹出来，外口细细才阁放入。啊，放入了后，伊就讲哦，反正你这吼、哦，因为惊讲拢黏做伙，我看吼、哦、用迄个棉花啊，温生理盐水，甲你脱开安尼，等下甲袂黏做伙。所以伊就开始贴咱的病友迄种大包医疗用的，超级大包有啊，迄种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等下棉花，也算清洁用的棉花，结果。后壳阿妈棍遐，伊阁另外拆三包，敢那阿妈棍只拆三包来拆啊！你去想讲，即个空嘴迄个时阵偌大，就是遐大空吼、哦。啊，用了才盖起来，啊盖起来伊就走啊，走啊！后壳看迄个输血机挂伫后壁迄两桶啊，我红红的血两大桶，等于规身躯的血拢换掉去啊！啊，过来，迄、那个实习医生走，他等下护士就来，护士讲：哎、欸，范生，你即爱食一挂抗生素吼，甲、哦、袂发炎。啊！伊就揢迄抗生素和药盒啊。我想药盒想讲应该吞吞下落吧，用吞诶。
痛看麦，痛到哪喉转佫吐出来，一疼佫吐出来。哎，护士伫边仔看，讲啊，抱歉抱歉，我忘了你是昨天转诊过来的。啊，伊袂记讲你是阿妈棍受伤咧，因为迄护士早时啊才换班嘛，所以伊都唔知影。我想讲哦，确实，那、哦、咱人若衰，嘿，哦，呵呵啊，都虾米拢来了对吧？啊，可怜。好，啊，护士就讲啊，安尼我甲你抹做粉，你用啉的安尼看，看嘛啉会较舒服哦，啊，就用啉的好。啉落同款，甲只就尿尿就佫吐出来，啊，佫有血，佫有痰啊，拢黄色的。啊，护士讲安尼要安怎？啊，无你摕互你棉花棒，你用温的温嘴唇，安尼慢慢啊食好。迄一杯仔羹尔，细细杯仔。啊，有遐温安尼吼，安尼温的来食吼，差不多要温两点钟啊。迄细杯仔羹有啊，佫无满哦，差不多三分之一安尼尔，一杯仔羹爱温两点钟。迄第一杯温到要干的时阵呐，迄护士佫摕一杯来讲，你这抗生素药效两小时，两点钟还食一块继续温，吼、哦，有够可怜的对吧？哦，真可怜。拜六礼拜，啊，换药啊，换药差不多两点钟换一届，伊就来甲你看者。第一摆是咪迄棉花甲你撑着，啊，第二摆换药啊咧，要扭开甲迄个棉花夹夹出来，我迄我那真疼，因为咱后壁内底拢规个拢血啊，伊夹啊是安尼插入去看药盒个表情啊，你啊插落药盒无感觉，伊就夹出来，可能无夹着吧，那插落去，哦，迄个表情安怎插着啊，伊就哦，佫抽起来啊，才佫夹出来，所以有阵时是足可怜的对啊。那你的时候，拢家己的信心拢会动摇，讲哦，啊，是安那泰国咧受这种苦，是安那后学咧受这种苦，哦，有当时也这种想法啦。后来咱就想讲啊，明仔就应动手术啦，搁忍者，啊，拜一，拜一就等医生要来动手术啦。结果拜一医生一来，哎，阿幺搁是同款是学生因啊，啊是安那搁是学生因啊，伊讲啊，歹势，你迄个台大的教授啊，台大的教授啦，所以咧。然后今日拄好拄到9月28号，叫做教师节，补假一天哦。啊，那无法度，那无代无志嘛，是讲阮请三天去。原本就是想讲，伫阮遐，伊讲爱观察三天，你会惊，你唔才转来上好的，转来上好的，甲你请三天。啊，是安怎讲款？转来上好的，佮甲你请三天，业力啊，业力啊，该行的啦，就是要互你受苦啦，要互你艰苦，唔才互你大病，无就互你死去啊。哦，所以在业力现前，有发现时阵，哦，真正可怜。啊，从迄天过来拜一，过来赶快拢换药啊啦，赶快拢痛苦。到迄天的中道，中道有发现在底下咧想讲，咦，我有求过道呢，我是道亲。有发现在想起来，因为巴肚枵，想讲我有食菜，才想起来讲我是道亲。啊，想起来道亲，咱道亲上重要的一个印证是啥？三宝，嘿啊。所以有发现的时阵。即底下是想讲，啊，我是道亲，啊，我有伫道场修道办道呢，啊，修道办道太过受着即遮尼啊可怕的痛苦，这一定是我较早捌做过哦无好的代志欠人的啦，所以后下段底下想讲，啊，那是我欠恁的，我就全部拢还恁啦，我伫道场有任何的功德福德，若讲有功德，我拢给恁啦，安尼啦，啊，求恁帮我刷安尼，后下安尼想的时候，我也想起来讲，啊，对，咱求道有得三宝。我那底下想讲啊，等下医生若来，我要来用三宝啊。各位真诶，咱三宝会记得阿未？会阿未啊？即阵讲会拢无路用啦。爱安怎拄着你阁清楚才有效啊。哦，所以三宝平常都爱留啊，留啊复习。无你正刚拄着，你都遐青惊，你都虾米未记得啊？你要安怎用三宝？无法度，所以平常都爱留啊。哦，复习三宝，大概拢爱去复习。然后办道，咱有人在讲三宝，大概去听。哦，那听久，咱家己才会通啊。你家己三宝是啥都无熟，正刚要用袂出来，敢那惊都忘记啊。哦，像遐，即阵讲会拢无遵守啊。哎，拄着讲会才有遵守。哦，这有遐爱强调啊。哦，啊，过来，伊就开始迄、那个等一下中道要换药啊，医生就过来啊，啊来。伊就伫边啊，伫等啊，伊伫等讲哦，药学原本若听到声，我拢会紧张，紧去揉个边啊铁啊。因为即摆我想讲要用三宝都袂用揉嘛，所以药学就手放软软，爱手白条个呀。啊，药学就啊好，啊无就来用三宝。啊，过一阵呢，你看药学用三宝甲无用三宝，啊，医生来换药啊，恁感觉啊安尼有差无差？啊，啊会疼袂疼？
哈、啊，恁可能拢听过啊。较早有人讲拢未听，我讲拢未听，啊无你来数钱，我来拍看你会听。同款会听啦，咱这个三，咱的三宝，尤其是一贯道的三宝，上主要是给咱一个解脱的方法，叫做超生了死。伫印证讲，咱人有一个灵性，咱有一个灵魂呐、啊。印证这件代志，唔是讲哦，我第三宝用落，啥物拢未听，用落出车祸、车弄、车歹，我无代志，无啦。唔是迄个方法，迄是干怎？就是讲印证咱有一个真主人、假主人，安尼啦。哦，有一个肉体是假，有一个灵性是真。所以后下就用三宝，结果医生开始换药啊。进前伊换药啊吼，迄血拢超只大桶规桶杀出来。啊，即摆药啊换了嘞，迄桶迄规桶无血啊，一寡尔。后下看可能超只杯啊。啊，当然那就差足济啊。迄医生就伫问啊，讲：哎，范先生，你都不会痛哦？你拢未痛是无？我嘛无看你嗨，因为正常拢会嗨啊，啊无就一直出力对啊拽，啊即摆换药拢无拽，那拢未痛。啊，药效无法度讲话，我用写，我听当然嘛是会听，哦，痛是当然会痛，但是我无去忍，无去出力甲伊拼，我接受啦。所以就是安尼，不从足痛，正常就是一直出力嘛，一直出力。啊，即阵呢，出力痛在嘞，知影讲啊，这假放掉。痛嘛是同款的痛，迄唔是讲哦，你都有法度安尼扎嘞，拢无差安尼，无法度啦。就是讲有阵时啊痛啊，哦，扎力在嘞，啊，但是嘞，咱就马上想着讲啊，这个肉体是假，啊，就搁放落来。啊，咱都有差啦，差别就伫遮。所以咱第三步甲无第三步就伫遮有差出来。咱若有救过到拄着的时阵，咱就知影安怎，哦，会使放下。啊，所以你看迄换药啊，都差真济啊。你辛苦，你看迄原本老啊济岁。结果留一挂血，这就差足济啊！医生家己就知影，知影讲哦，安尼你这一摆无同款，唔知道伊无同，哦，伊唔知影，因为无求道，伊就唔知影。哦，啊，咱若有求道，咱拢知影。哦，啊，恭喜大家后摆啊，希望恁拢无机会用对吧？哦，啊，那有当然就是，咱有这个有较解脱就对啊啦。哦，后下算是听过来的人甲恁讲，那恁免听，后摆恁就会用。哦，啊，过来。就只好迄天嘛是拜一嘛是拢继续换药啊，等拜二，拜二再去医生来，啊，就怎手术了，就 OK 啦。伊也算早时啊八点休克了，第一位入去手术，啊，一直等手术等到下晡点半才出来。哦，迄手术伫遐疼啊，休克阿妈棍只疼252针，哦，252针，啊，过来伊只纤维手术吼，哦，是规身躯诶。伊甲这胸骨这皮甲肉揪开啊，揪开啊去后壁只增肉，哦啊心脏只大只增血管，啊脚床背只咧抽脂肪起来补阿妈棍只，哦啊皮嘛是同款增后壁来补头前诶，所以啊后下阿妈棍只大只的手术这是真复杂啵，啊迄毋是讲像安尼看诶，所以伊规个手术几点钟，差不多5-6点钟有咧哦，哦啊5-6点钟了。伊个个底个有个全身麻醉嘛，所以个爱伫观察房看你肉声退了有完全无，差不多到4-5点才转来病房。啊，即个出来就直接送一般普通病房啊。啊，普通病房有法伫4楼吼，啊，4楼听就底下想讲无死哦，好卡在。啊，咱若道亲，你若讲动手术还是讲出车祸无死，大部分。那有滴接引导场，拢知影讲，咱爱谢恩呐，咱爱感恩呐，所以后下就家己安尼挣扎安尼爬起来，跪伫文生殿，我就是讲啊，感谢咱老师慈悲，感谢老母娘慈悲哦，100叩首，啊，就用想啊，1、2、3啊，想啊未到一半，我困去吼，迄就是后下迄个时阵精神无够啦，气力无够，所以咱即阵咱啊，文献箱1到100有法度啊无？有啦吼，恭喜大家，安尼要够阿多，表示够仔仔啊。休学去的时候，连安尼都无阿多。啊，困一阵啊，啊，就有人伫摇我文床啊，伊就讲，哎，起来，伊讲国语啊，伊讲起来。啊，休学就起来，伊讲你来，我就爬起来，我行过来，行到伊头前，休学就有一个感觉讲，哎呦，这个唔是人，是安怎讲唔是人？因为吼，伊行到遐，休学行到伊头前。差不多1公尺的时候，有他发现讲，伊周围有一个光。迄暗时啊，差不多6点嘛，所以拢外病原本就暗暗嘛，啊个外口嘛暗嘛，所以暗暗，但是行到伊家都光起来，
伊个胸区即搭只有一个佛光，差不多一公尺半到三公尺安尼。迄个超即个范围安尼有一个光就对啦，佛光。咱在座咱点完书，就算讲头壳搁较光，迄暗时啊嘛袂讲，有一个佛光甲你围个有无？可能有啦，咱看无啦吼。咱这后壳咱大家肉眼凡胎无看到。啊，但是咧，后壳迄个时阵去，哎，哇，神龙，即个神佛来安尼，即有一个佛光，后壳就知影讲，哦，即胖唔是人，即应该是神佛，因为即那是鬼吼，应该起鸡毛皮，所以后壳想，即应该是神佛。啊，伊就讲话啊，伊讲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要不要去啊？我带你去一个所在，你要去无？啊，后壳就讲我要，我要，哎，我要去。伊讲要去，你抱好。啊，伊讲的时阵，伊无像讲咱发挥啊啥，神佛来报佛好有无？讲伊是某某神佛，咱才知影伊是谁嘛。但是这个神佛伊无讲伊是谁，后壳就知影讲哦，这南极老仙哦，南极老仙哦，伊无讲哦，啊，后壳就知影，是安怎会知影？有法跟人讲，这过去世有法要甲神王有缘哦。那像秘书讲，咱即阵回去厝，恁后生入来开门关门，你就知影讲这大个回来，二个回来，嘛免底下报备讲，我是大儿子，我现在要进门了哦，免啦，免报备啊。因为作熟个，你就知影伊这是恁后生，还是讲这陌生人，咱就知影清清楚楚，因为较早个缘嘛，对不？所以神王伊无讲伊是谁，但是有法就知影讲这神王。我、这个应该是讲过去世后下巴甲神王有一段缘，啊神王讲要带后下去一个所在，后下就好啊，啊就抱好啊，后下抱作案啊。因为我想讲，等你胖吼，怎直接对这个门安尼怎甲冲出来安尼，哦，应该是安尼。结果唔是，神王是怎直接对他门怎甲冲出来，吼、哦，哈哈，仙佛的妙法甲咱无同款，伊大鬼拢会用出来。结果一出来，你原本想讲应该是对这头，结果对这头就差真济啊。所以就出来我就惊到啊，惊到就想讲，哇，安尼唔是吓死死老呢？开玩笑，死老自杀会死哦，系啊，所以哇出去就会惊，目睭就磕掉诶，所以无看到。但是神龙迄完啊算慈悲啦，伊就飞起来，伊嘛甲你安尼，互你坐掉诶，伊就安尼知影你阁抱会掉，伊就无管你就飞起来，啊，你飞得足紧诶。所以过一阵咱有诶人讲腾云驾雾哦。哦，做神佛后摆来腾云驾雾，我讲哦，迄介艰苦，唔好去腾云驾雾，因为迄速度伤紧哩啦，迄紧到哪啥呢？迄后壳个目屎啊，流袂离啊，一直用飞安尼，因为迄速度足紧嘞，风足透个呀，啊，过来嘞，伊你安尼速度飞过来，迄风袂输那刀啊，安尼甲你刮刮你个肉，你会疼呢，会疼，爱疼过来嘞，迄空气输袂着啊。我飞伤紧，吸无空气，吸无空气，你又感觉哦，心脏愈来愈无力，原本伫胸口啊，慢慢怎跳出来哦，心脏对袂调啊，啊对袂调，我就伫遐想讲啊，神龙主笔，我不爱去啊，我不爱去啊，我就手要放的时阵，神龙哪知影伊喏手，安怎刷落来，刷落来啊，胸腔安尼甲挤的，挤的都有一迄个灵气啊，神龙的气啊都灌入。啊，关起来，这心脏原本就对不了，啊，就诶，啊，佫对起来呢，啊，然后跳起来，哇，跳起来就发到呼吸啊，啊，我到呼吸就较在只看有，慢慢只看有，哦，看有这云啊，啊，这天，哦，慢慢愈来愈光，诶，暗时啊，直飞啊，但是愈来就愈光，规个光起来吼，啊，光起来金光闪闪，后下个目睭无法度看真远，啊，但是就金光闪闪，啊，过来飞到一个算一个所在，啊，也有一个。一个楼啊吼，安尼起哩，安尼差不多嘛是百外的台阶啊，啊起哩面顶遐有一个牌楼，吼、哦、一个牌啊安尼，啊神龙就讲到啊，安怎牵后下个手用行，哦背过迄个牌楼，啊后下就伫遐看，迄两边啊，两边拢有神佛徛，啊神佛吼，你讲迄古早人啊，现代人看袂出来，伊穿的吼，迄秘书嘛是有古早的武器，嘛是有。咱即阵咧，秘书手枪啊，是镭射枪嘛，是有诶。迄看起来都有型着对啊，可见迄身份吼，迄超越古今着对啊。哦，看袂出来讲，迄种诶是较早古代还是现在？但是你要知影讲，哦，这武将，这武诶啦，这武将哦，这得官官家。啊，佫较远迄边哦，就看到讲，哦，真侪道亲哦，因为咱一看就知影这道亲嘛。可见迄有诶，应该是讲道亲归空。贵空伫遐排队，大家伫遐排队领牌啊啦，伫遐排队，
哦，啊，无就伫这边遮困倒伫遐咧功课拢有啦。啊，有诶，啊未领牌啊，伫遐练佛规礼节嘛拢有哦。我伫遐门口伫遐咧，啊，有啊，就先拢就开诶，啊，就行过啊。我迄我那真样呢，因为你后摆转去吼，你会发现所有诶人拢伫遐摆，你知道？哦，啊，你免对，你就行入去。哦，迄算我那算很威风啊，很有威严的对啊啦。啊，行过了后，先拢就问有啊讲，你知影拄只只倒位无？哎呦，阿德讲啊，南天门哦，因为咱道场拢有安尼甲咱主笔过讲啊，这是南天门。啊，先拢点头，点头了，又哈种欢喜。我咧欢喜啥？我咧想讲哦，啊，我来道场嘛无几年，想袂到我修行的这个道行已经面对三宝啊，所以你欢喜这件代志啊。啊，我就跳过去问先拢讲，哎、欸，先拢啊，咱过南天门唔是爱对三宝？啊，是事实上是后学的，甲神龙顶讲，哎，神龙，你看我过三南天门面对三宝呢。啊，神龙知影，神龙伊就笑笑来，比伊较低啊。啊，后学知影讲，哦，原来是沾光啦，咱沾了神龙的光啦。迄秘书讲，今日咱要去总统府，拄啊总统开你的手行入去，迄门口的卫兵敢会甲你抓落来？袂啦，伊都沾着总统的光啊。所以，神龙后学回去迄届无对三宝。而沾到神王的光，不是后学修了好哦，是沾光啊。所以后摆咱回去，较好的情形是沾光啊。就是讲咱对神佛有信心，甲你有缘的神佛来甲你接等，咱是毋是较顺势对吗？啊，要安怎好神佛来甲咱接等？伊发拢会想呢，我即阵已经想通啊。就是讲安怎呢？咱平常定定来佛堂啊、办桌啊啥，是毋是定定来神佛甲你就捌啦？啊，神父跟你变作好朋友，后摆你回去，伊敢要来甲你迎接，应该爱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平常咱甲来佛堂、甲神佛，虽然看无，但是甲神父是结缘呐。这缘慢慢啊深，后摆你回去，迄落伫门口遐，啊，这个班咧，这个进来啊。啊，你若唔捌的咧，敢那求过道，当然就爱。迄佛堂可能都无神父甲你有熟嘛。这啊，你家己嘛无法度讲，甲多一个神父较有熟，是不是安尼？对吗？啊，有哈！你看吼，不是咱在座有人有家庭佛堂，啊，你看你佛堂供大个，你可能后摆回去大部分就即身甲你带回去。那是讲你佛堂拜南海古佛，后海就是南海古佛甲你接引回去啦。大部分拢安尼啦，大个神父甲你有缘嘛，安尼就是伊甲你接回去安尼。啊，有哈！底下佫继续背哦，过南天门了佫继续背。啊，背经过的所在叫做三观九口啦。那道亲捌听过其他登去天顶的有的人是去三观九口有无？哦，底下哦，什么观什么观，安怎靠安怎靠？啊，有哈唔是去啊？有哈过三观九口，佫较起里面顶有一个八卦院哦，功过院的对吧？哦，功果院、功过院有哈去遐，还功德池啦，啊，背到遐就停落。啊，先拢停落来，伊就讲够啊，你手放，我就放落来，放落来看，我看哦。天顶跟咱世间无同款，差别伫倒，你知哦？先要知影讲，登于天顶，当然这嘛是一种形象啊。但是借这个形象，才能显出天上的庄严。天顶啊，啥物款呢？土脚，纯金做的，正敢金啊做的，规个土脚全部拢金啊。啊，路咧，路是啥物呢？玉啊，白色的玉啊做的，诶路，白色的啊，白色的玉啊，玉啊。我又起来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伊就讲炸袂当来，那炸会当来吼吼，三四人拢免谈，安尼真正。伊就是讲，哦，你去到天顶吼，你若讲爱钱的去到遐，你就会放下，因为都无得比，你知道吗？你讲像王永庆这几十亿去到遐啊，迄算上善的，哦，天顶就是安尼，大家拢富足的对吧？要爱啥拢有。啊，有遐在底下看，哦，这正手面的一个壁刀。金光闪闪的壁刀，我想讲，哇，这是什么？来个望看卖啊！啊，走过望，啊一望，哎呦，啊这壁骨嫩诶，你知道？那别说金啊嫩小小安尼，啊望来骨嫩嫩，啊嫩嫩，有法就退后来看卖，这是什么啊？结果伊个熊熊怎压一只龙落来？迄一只龙的头啊，啊金金的是伊个啥？胸脯啊，因为伤大只，有法看无咧。伊个头是压安尼，啊熊熊压落来。有哈第一摆看到灵吼，我讲这怪物，所以然后就紧走哦，啊神龙紧走，有怪物来啊！
阿神龙，哎，你卖掉惊，卖掉惊。伊讲这啊，这是功德树护法的天龙啦、啊。哦，未输咱世间的讲哦，这都是啥神啦、啊？有哦，一种龙神有哦，啊是讲虎牙龙神迄种的有哦。啊，底下来讲，伊也唔是虎牙，也是龙护法的天龙，正港的龙哦。我足庄严的，我足大只，哎，头敢那头咱这粒基德公遮大，头尔哦，迄粒头尔就咱基德公遮大。所以你若看到一只狮啊，安尼哦，敢那头，咱基德公遮大只，你敢会惊？应该是会惊的嘿。所以有法当然紧走啊，啊，神龙花才紧停的，啊，正开始佫无啥敢去的，因为想讲哇，这遮大只。OK， 我神龙讲啊，你卖惊，因那是神佛啊，哦，咱的护法神就对啊。用正手柄，这只金色的，就是看啥呢？咱做好代志，咱立愿啊，立善愿啊，行功了愿有无？出去度人啦、啊，是去功德打帮助道哦，这好代志的。这只金色的龙会甲咱保护，甲咱顾，甲咱看。用倒手柄，小学原本无看到，一比倒手柄，佫背一只青色的龙落来。啊，青龙落来，用倒手柄这只嘞。是监察咱哦，邪心邪念，恶心恶行，歹心歹念，等于讲啥，做歹啦，哦，做遐无好诶，佮背一只青龙，啊，这两只龙无啥共啊，一只甲像狮仔头，一只迄个色吼，甲像黑气啊，人讲诶，迄种较深迄色喎，你看起来足歹，爱目睭啊，避开看有哈哦，有哈个呢，原来咱算有做歹嘛，所以一看到对头壳顶诶，脸甲脚手底。表示讲，哦，迄正气足强咧，对不对？迄仙火护法神，迄正气足强。啊，神龙讲啊，你家对我入来，啊，就行入去。啊，迄、那个门吼，迄我那真奇特呢。迄门，咱世间呢起的厝拢对土卡起起来，对。天顶的厝吼，你若安尼看，未输拢对天顶落来。伊厝吼，迄面顶拢哦，拢足悬的啊，足悬的。咱安尼看，未输讲哦，规个对天顶落来的一个厝安尼。啊、实际上伊嘛是对土卡起去，但是咱的感觉袂输，哦，这拢对天顶垂下来的一个建筑物，所以天顶甲咱世间有一寡无共啊。啊，入去了后，后下才发现讲，外口看这个门是大是大，但是我咧想讲，佮安怎大嘛袂比外口较大嘛，是不是呢？咱讲基德宫真大，啊，基德宫佮安怎大嘛袂比咱这个门的外口佮较大，因为外口是归台湾啊，是不是呢？结果后下入去天顶都唔是安尼，后下只迄个门后下一看，哇！啊，这个门太安尼，内底嘛是足大个呢，无量无边的呢啦，无穷无尽的呢，大甲你看无迄个尽头啊！所以天顶是安尼哦，你过一个门，啊，迄都阁换一个天就对啊啦，迄无同款，甲咱世间无同。咱世间想讲啊，那就差两步咯，等下阁拐应该袂差将，天顶差将。哦，亲近无亲近，绝对无绝对，差足侪。你看的物件拢无同款。啊，入来功德池了后吼，迄、哦、就算较亲近的所在。内底真侪啥呢？迄有青阳旗的修道人啊，青阳旗的啊。咱知较早古早的迄种修道人，毛较长有啊，毛较长，你看会出来讲哦，因在拢苦修苦练，嘿，苦修苦练，规身躯拢毛安尼啊。但是迄种的就是较早的修行啦。哦，啊，过来，佫行，啊，神龙就慈悲讲，咱求道有烧一张标文，叫做啥物？嘿，龙天表。啊，神龙慈悲讲啊，龙就是啥？外口即阴阳相融啦，就是有护法神啦。哦，啊，天叫啥物呢？天榜。咱毋是求道有一个讲天榜挂号哦，天榜啊，哦，就是讲即、這个。啊，过来咧，即、這个表就是表示讲咱世间即张纸，啊，即、這个。其实是足重要的。什么叫做龙天表？就是讲，第这张标本要有这种威神力，就是讲，所有的诸天神佛要来护法。哦，第一啦，就是这张嘛，那要叫做超生了世的龙天表，第一就是要有护法神，诸天护法。第一，第二咧，伊就是安怎三官大帝那边遐有他报道，有他注册啦，那叫做天榜挂号。哎，有通去天榜挂号啦。第三就是讲，咱世间这张纸内底爱有啥一代的名师，咱师尊师表的这个名，这张纸才算是龙天表。这三项拢爱包含在内，所以有法度底下哦看，原来咱世间讲一张纸尔，伫天顶吼，
这个书圣会用分这三项来讲，就是讲天人甲地全部拢是爱扶持的对啊啦。啊，入去了后，先生伊就知影，伊就讲啊，我知影你有疑问啊。你的疑问是讲啊，我感觉我办到我那比人较诚心是安怎，我太比人别人较衰尾，啊，太去拄到这种哦车祸，伊讲啊，你也了解吼，讲逐项拢是安怎，有前因后果啦。后学这摆出车祸的因果是300年前做落来，300年前后学是大陆。大陆人，啊，大陆人后学，迄世吼，算住伫渔村啊，渔村呐吼，啊，算讲甲散，甲散才有十外岁，就想要出来外口去讲做工课、趁食，啊，招阮共庄的另外三个人，同齐出来外口做工课，啊，出来了后咧，出来了后，你想诶，一个无技术啊，佮无读册的人，你有法度做虾米？敢用做工做工，人迄叫啥？哦，劳动工啦，吼、哦，讲做苦力啦，哦，做迄种劳动的劳力的，啊，就伫遐啊，但是迄赚无啥钱啊，所以只好咧，若有机会就去人偷啊，去人抢，去人骗，啊，迄个时阵伫遐过船啊，讲接人过河啊，啊那啊，这就敢那一个人、两个人啊，就甲抢，吼、哦，所以迄世是做歹代志的吼、哦，啊，即世是做工书啦，啊，但是迄世。迄世是偷抢拐骗吼，啊，就抓赚差不多十年了，就想讲啊，赚啊袂红掠着，啊无就卖阁做啊，就要转来，啊要转来当然就爱分啊，分看这十年赚偌济啊，一看哇，这安尼几啊千斤的金啊，那就想讲哇，安尼哪有法度装安怎，装修上好啊，所以许个心内底就有迄种，人讲的你若看坏财，你就起杀心嘛。所以都雄雄都起来啊！你知道？像你看咱台湾即阵，你讲大乐透，迄我看嘛无，唔是讲虾米好代志。迄钓大乐透，我看到爱移民，你知道？因为人别人看到，赤目会甲你抬啊！哦，所以同款呢，后下去说就是呢，哇，遮侪钱我都想要甲抬啊！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想讲啊，同齐出来外口做歹啊，因啊，后摆去甲安怎？去甲告啊？我唔同掠去关。所以这第三件就是安尼，就讲惊，第二个原因就是惊气候伊安怎，加翻盘啊！所以伫转来的时阵，啊，我就惊讲啊，好惊啊，无咱就暗时啊来分啊。实际上诶，暗时啊，许黑迄盘啊内底毋是找藏遐金啊，许黑藏刀啊，藏刀啊啊，一出来就刣死两个，哦，阿妈棍紧甲，哦，刣死两个，啊，另外一个惊着紧走啊，许黑刚刚甲捉着了后。啊，讲甲吊倒，吊死伫井啊内底，哦，吊死伫井啊内底。啊，迄世拄啊刣死这三个人。啊，你看啊，讲有个人讲哦，我业力，安尼业障足重诶，后下讲啊，甲重可能嘛重未过后下啊，后下刣过三个人，哦，这业力则是重。但是你讲过去世遐重，这世你敢无法度修得办到，嘛是会杀你啦。看你卖不卖尔啦，你有你修得用慢慢啊行啊，同款吼。啊，所以。去世刣三个人了，我就把所有的钱安怎，我就拢全部摕倒来阮遐，啊，就变作好野人啊，好野人就过了较好康嘛，啊，就开始会讲起厝啦，哦，咱算讲咱家己的庙啊啦，还是啥物啥，咱就甲翻修哦，所以大家就拢足感谢你啊，你就变作一个好人。但是我看这好人大部分拢变歹人啦，就是讲好人会变作我，大部分都是因为曾经做过坏事，而且变好人嘛。哦，大部分啦，无一定讲绝对啦，所以咱在做其实嘛无虾米好可耻啊。咱一定捌做过唔对的代志，但是咱卖阁做就是啊嘛。哦，改恶向善就是啊。所以迄世后来就变做怎开始做好代志啊。但是到50几岁的时阵啊，逐暗困未去啊，日时啊食未落，无食无困，那当然一直散落啊，一直散落啊。阮迄庄的庄长就来问讲啊，你是不是安怎？啊，伊就讲哦。啊，我都食袂落，困袂去。伊怎讲啊？安尼，我介绍你去找倒来个老和尚，迄个和尚吼，法力高强，伊会用帮人解决者。我就去找迄个老和尚。啊，老和尚，我问讲啊，你是不是有做过什么歹代志？我就甲讲啊，较早20几年前，捌人抢钱啊，佮捌人刣人安尼啦。啊，结果伊就讲啊，安尼你过去世，我们是过去讲刣的这个业力，即阵要甲你报啊啦。啊，你爱做功德，甲人超拔，我安怎做？用啊，就诵经啊，做一种法会啊，
做三场这种诵经的发挥。诵经的发挥做煞，其实咱心原来阁未安啊，阁去问讲，安尼就拢免行啊嘛。用无，你种诵经这种的吼，就是讲原本讨较够啊，你知道行十万啊，安尼，你欠一千万先行十万啊，安尼啦，唔是讲总行啊，迄算讲该按耐一下咧，安尼卖讨遮急。哦，所以诵经嘛是有效，但是咧，无法度就近解脱，无法度。你上好的嘛是救解脱人的性命，你要杀人，你就解脱伊的性命，安尼唔只是有法度就近。你敢那讲杀啊？你敢那诵经安尼袂，无法度行就对。啊，所以后来我就问讲，哎、啊，那变哪只样行？伊讲你爱修行啊，你爱念经拜佛才有法解脱。所以后下就开始因为迄个老和尚开始修道就对啊。哦，啊修道啊后下因为迄世哦。有修道的这种福报，所以过来当世投胎拢做人。我拢总这世三百年，甲这世是第七世，后下这世算第七世啦。三百年转七世，啊，这世是咱台湾。啊，过来咧，和后下台迄三个啊，两个台死的迄两个，因咧都万道心较重，结果咧伫地狱道伫受苦，受三百年的苦。哦，三百年，三百年了，伊就放出来啊。另外，华吊死的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变作恶鬼了，就是咱一般讲的鬼啊，就对啦，变作鬼啊，伫个井啊内底呀，执着心较重，吼、哦，三百年还阁无法度轮回。啊，结果因放出来了后，三百年搞放出来，第一件代志要做啥物？恁、太知，照理讲是安怎呢？伊三百年放出来，伊第一件代志应该是转世投胎啦，就是讲伊用去转世投胎，但是咧。因为伊即口气放袂落来，伊认为讲三百年前就是去互上好的朋友害，因才受三百年的苦，所以伊讨迄个灵机啊，要来讨后下的命，后下的命要先讨掉，因才要安怎，才要去转世投胎啦。所以因就开始去讨，从三百年前去我三百年前迄个庄，吼、哦，啊去即个庄了后，过来咧，我讲哦，啊伊就转投胎去换去即庄啊，过来个，因个找来即庄。因拢总找几年咧？找十八年。哦，遐冤欠啊，找后下找十八年，才安怎对大陆找到台湾来？哦，所以各位在内，咱来了解哦，咱这个另外一个世界吼、哦，无咱台湾甲大陆这种差别啊。哦，咱即阵唔是讲两岸安怎？哦，好像拢互相安尼有一种政治的隔阂，但是。伫阴间来看吼，迄是一团和气，你知道？互相拢会通诶，对吧？早得三通啊，对吧？所以因冤欠得安怎过海来台，都要来讨后学。伫后学十八岁一年，因找到后学，都要讨命啊嘛。结果后学十八岁一年，拄到三百年前迄个老和尚。十八岁一年，迄个老和尚是啥呢？就是去落雨天去弄后学门迄个啦，迄、那个阮迄个学长啊。哦，迄就是三百年前的老和尚，伊往转世投胎来咱道场，安怎做工师？啊，因为咱道场有天命，伊转世投胎来咱道场做工师。啊，有学即世的报书是啥呢？咱毋是有因书有报书嘛？报书是啥呢？三百年前迄、那个船长，哦，报有学去找老和尚的迄、那个啦，迄、那个船长。啊，即世就是啥呢？就是迄个定都啊，迄、那个学长。哦，所以过去过去世因为有这种缘，所以这世才有卡。就是因过去世把道后学来求道，这世嘛是同款，叫做因波书啦。所以咱个因波书拢有较早哦，唔是三世就是七世，安怎修道的这种缘分啦，吼、哦。好啊，大家会忝无？嗯，我休息看者，无咱个休困者啊，等下吼，休息尽量讲到五点，咱就做一个结束，安尼好不好？也讲声的对啊，所以外国人登那求道登去，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，但是也容易哦。伊那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可以了解讲哦，这个是写什么。所以登去天顶拢袂叮当的对啊，你做什么拢清清楚楚。我喺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伊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也铺声的对啊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。所以后学登去。先拢安尼讲啊，伊讲
啊，原本因就找到你的啊，啊，但是你已经拄到你的音波师，啊，就求道啊，求道了就带佛堂啊嘛，对不？有法就带佛堂，因为无想到你吼，求道了竟然佫发心开始去度人，啊，因为有法有伫度人，啊，佫有带佛堂，所以咧，好发心就对伫有法边啊，就是讲咱神佛就对伫有法个边啊，因为有法看到安尼，哦，这个袂歹，安尼有法就有听说就甲讲者，就往甲度安尼嘛，做爱度人。伊讲，因为你定定安尼，啊无就是直接甲老师神父讲，啊神父，我要去度什么人，我要去度什么人，所以神父拢一直派护法神对伫后方个边啊。所以这足重要个呢。咱道场吼，就是讲啥呢？唔是讲哦，我是啥物大神，我是啥物佛祖转世投胎。咱道场无咧讲这，咱道场咧讲啥？讲哦，人这个道亲人安怎做有啊？伊愿意去做啥？咱叫做愿力嘛，愿力啦。就是讲看你要做啥。你有去做，其实甲你有这个因缘的神佛就来甲你帮助。迄种我过去是啥物佛祖，迄无关系啦。但是咱台湾即阵吼，人讲伫乱就是乱这点。大家拢讲哦，伊是啥物佛祖投胎，伊是啥物人来，啥物人来。我那这可能拢网络啊，款这样卖个信，迄种骗人的啦。因为正港的神佛天律来的天顶的这个戒律来的，有一条就是讲未使讲。你是什么出身呢？你若一讲，就是表示安怎？要回去啊！然后你若讲，你就是要回去啊！未使讲就对啊啦！一讲，你就是要回去啊！所以伊啊，安尼一直讲诶，表示讲啥？啊未死，啊佫一直讲，啊就表示讲这拢骗人。有爱强调、强调这一点，在上天白羊旗的戒律内底有这条。但是真侪人佫会安尼讲，讲伊是某某神佛来转世，这是啥物？这有点像就是去考验咱的智慧啦。各位在呢，大家要去分别吼、哦，这内底有一挂差别吼、哦。啊，神翁佫继续讲了呀，伊就讲啊，原本因找着你，就是要安怎要讨你的命。你唔拿一世出车祸死掉去，你后一世吼、哦、头壳顶头壳会断去，佮后世你佫用吊死，拢总爱三死人啊。有法用注定三世拢会真歹死的对吧？所以若要比惨，有法比过一阵呢，拢较惨。但是咧，神龙爷往那做比，讲，但是念伫你伫道场修道办道，因为有法伫道场这几年，讲往那算有淡薄仔诚心啦。所以咧，都互你三世的因果伫病院这三天，安怎，互你现出来，互你感觉得安尼就好啊。所以这正讲是天文书对啊，无咱都爱行三世的命呢。结果咧，神龙讲啊，讲，因为因这个三个冤欠，因就感觉讲，安尼无公平啊！就算讲我杀伊，啊，因原谅我，但是因伫地府受三百年的痛苦，我拢无受着，安尼因感觉无公平啊！所以神龙伊嘛主持讲好，安尼阿无就是安怎，互你死罪可免，但是活罪咧难逃。伫病院受三天的痛苦，感觉什么叫做地狱，什么叫做恶鬼道。神龙讲哦。你伫病院啊，每个时辰都差了两点钟就对啊啦。每个时辰拢爱受刀割呐后的这种痛苦，伊来换药，大概拢袂输个头去用剁断伊同款啊。用，互你知影讲，你若对落入个地狱啊，就是遮尼啊可怜凄惨，一工爱死十二摆呢，一工死十二摆啊，无期的就对啊，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三百年到你才有看出来。哦，你看有可怜，确实哦，药啊个干那三工我都挡袂掉啊。过来，神龙讲讲，你不管呼吸啦，还是喝水啊，拢未输去有血对拿后烧到腹肚内底，互你知影，那是堕入恶鬼道啊，那是变作恶鬼啊，变作鬼啊，就是遮尼啊可怜，遮尼啊凄惨。啊，神龙佫讲，你刚刚伫暗时啊十一点的时阵，才有通休困。我讲无啊，我才有休困，我规工从白日文床顶才有通休困。因为有暗时啊十一点的时阵，迄护士会来甲你注消炎药啊。住嘞，差十外分钟未停。我讲嘿，是安怎嘞？伊讲啊，这啊，十一点是恶鬼道食饭的时间，所以和你休息十分钟啊，和你住消炎药休息十分钟啊。另外，迄报应拢是就是安尼啦，和你叫对的就对啦。啊，你去想，和你休困安尼，敢有较爽快？其实无呢。你看哦，你若无休，你就规工拢伫遐苦，你就袂去想啊，你知道？就是有休这十分钟。安尼都大条啊！一天有24点钟，一点钟60分钟，
结果拢总一天有偌济，1440分钟呢。你规天拢伫遐咧想吼，当时阁会用住一支啊，当时阁会用住一支啊，袂输那钓人讲的食毛灰共款的呢。确实真可怜呐，有啊，迄个时阵真可怜。吼、哦，啊，过来，神龙安尼讲啊，有啊，才知影讲哦，确实咱大家人修道吼，咱平安拢是占着啥？天恩殊德咯。哦，你莫想讲哦，安尼范讲师你也出车祸，我还拢袂拄着，你这种话干嘛想？呵呵拄到有阵时啊，那比我后下搁较大条，你要安怎行，对不？所以咱心内底卖想讲，卖去人羡慕讲，哇，怎么幻想师有这种经历？因为我咧讲，我死三工诶，对不？死三工拢总死几回啊？是不是啊？36回啊，这真痛苦诶代志诶，这不是讲哦遐尼啊哦迄啊，神龙就讲，因为你伫道场，搁有咧修道办，所以啊，互你三世因果，单这三工都安尼行啊。啊！神龙拢叫后下个对伊行，啊后下就足感恩的跪落来，甲神龙磕响头，然后对我来，啊讲咱大家人求道，天顶拢会种一蕊神花啊，哦、啊，就是讲就是莲花安尼，拢会种一蕊花。啊，神龙要带后下去看莲花池，啊，我来去看。哦，啊神龙莲花伫倒位，啊神龙伫遮，我来看。迄透花根本就无花，拢安尼一条一条安尼啦，袂像咱安尼插一枝一枝安尼，啊面顶有夹白啊。啊，白啊，面顶就写哦，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啊？当时哦，啊，过来隐师、宝师、点传师，过来佛堂，过来上下骹写求道人的名，咱求道的名，过来下骹阁有署名哦，有的是写啥哦，写监班院长啦、啊，有的写三哦，上面写什么日游神啦、啊，有的写道士灵童啦、啊，就是讲什么身份写起来啊，拢会写得着。哦，迄面顶拢写甲清清楚楚，啊，伊遐在遐看，啊，我就真惊哦。啊，神龙啊，你唔是讲有莲花，他也拢无莲花。啊，神龙讲啥呢？伊讲这啊，像这敢若挂牌啊，这吼，就是敢若求过道，但是拢无来佛堂接近，所以因无了解三宝，无了解自性，无了解灵性，无了解天命，不了解啦，所以无了解，因敢若安怎结缘啦？哦。就是讲，用超脱一拜一劫安尼尔啦，哦，超生了时间超一劫尔啦，安尼等于讲结缘啊，无彩去就对啊。哎呦，我看这样哪会惊你咋？像我安尼看过，可能我那有几十万人，拢安尼挂牌啊尔。所以后下我那真烦恼，讲哎呦啊，我可能嘛是干那挂牌啊尔。啊，后下就问先龙讲，先龙我想要看莲花。啊，事实上我是问先龙讲，哎，先龙啊，我敢有莲花安尼？但是咱拍摄安尼问，所以我问神龙讲，我想要看莲花。啊，神龙知影，伊讲有啦有啦。哎，怎安尼哦？伊个拐杖啊，安尼顶一下吼。后下嘛无惊咯，但是咧，原本这大家唔是全部拢像这安尼挂牌啊尔，安尼顶一下，怎都变啦？规个全部拢啥呢？种莲花，对家一直到天边，安尼哇，全部拢莲花啦，规个拢变作莲花池。哇，香味安尼足香的安尼啦。啊，神龙怎滴啊？安尼。揢一蕊起来哦，啊，偌大蕊呢？遮大蕊哦呵呵，这是后学的哦，所以过一阵呢，卖去想讲哦，啊，唔知有遐大蕊无？无啦，哦，安尼遮细蕊啊尔，啊，先拢揢起来洗，伊就讲洗掉你的分别，哦，啊，还你无分别的智慧啊，哦，先拢在底下洗，啊，洗洗念一段咒语，才揢学后学。哎呦，啊，偏迄种香味哦，偏坏了，人讲系虾米个神清气爽，嘿，后学感觉讲有这种效用。哎，神清志明啊，整个用来拢清楚起来，闻到迄种香味，整个人拢清楚起来啦。啊，所以咱天顶迄种功德水吼，会使解脱业障啊，解脱咱的无明啊。咱平常做些烦恼啊，做紧张做安怎？天顶的水洗过，你就拢袂惊袂惊吓。啊，后下揢迄类花揢起来闻了后，我才发现讲，欸，奇怪呢。进前我的感觉是安怎呢？是神翁。哦，做主辈要带我登去天顶嘛，所以我一直感谢神翁啊。偏了，我才发现讲啊，唔是安尼啦。我原本就做，我就是住伫遮，我原本就天顶的人。我是安怎来咱世间啊？怎袂记哩安尼啦？去袂记哩？神翁死了，我讲哦，原来我较早就是遮的人。这唔是干那后巷俩，咱各位真现在座所有的人，全部拢对天顶来。哦，后摆咱回去，咱就知影。咱若过迄个后摆莲花池的时候，咱去洗咱家己的莲台了，
就发现讲哦，原来大家拢是对天顶落来。啊，有啊，底下就看到讲哦，啊，我的莲花遮大蕊，哎、啊，远远安尼看过吼，远远遐有一蕊啊，安尼都雄雄悬起来安尼，超三层楼，未输那一粒山的莲花安尼。然后想讲哇，不得了，我这安尼，啊，迄、那个一粒山的莲花，哦，这毋知是多个大菩萨。所以有法度哇，一直要走起啊，要去看看这类莲花。啊，伫个水啦，迄莲花池啊，有法打落那沉落，你知道？啊，沉落，正开始会紧张啊，想讲哇，唔知淹死哦。结果神翁迄耳孔就伫我边啊，伊就讲啊，讲啊，你若想要起来，就用起来。啊，有法度，诶，安尼哦，啊，就想一个鸟，你敢若讲一个念头转变，有法度变伫打伫迄个花面顶啊。啊，安尼甲天边迄边，安尼照你讲，我那真远有啊。你敢若讲想讲啊，我要去，啊，就到啊。敢若想讲我要到，啊，就到啊呢。你安尼一个想，啊，就到啊。免讲像咱遮安尼真久安尼有啊。天顶拢免行哦，你想要到就到啊。哦，我想着，哎、欸，啊，就已经到啊。我就问神翁，神翁，你帮我看迄蕊大蕊的莲花伫倒位？神翁就伫你的脚底，我伫遐看，哎、欸，差不多面汤啊，遮大。啊，我就讲啊，神龙这是安怎？啊，神龙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我就来。啊，来了后，神龙主笔讲，这啊，这类啊，是恁师尊啊，就是咱济公老师的莲台啊，咱活佛师尊的莲台啊。哦，有遐足欢喜，因为是安怎讲呢？你看到人迄个德性，哦，这尼啊，哦，这尼啊，威啊！你咱若看到咱家己的这個，咱就知影讲，哦，咱的德性足无够。但是你看到老师吼、哦，你就有迄种。感觉讲，哦，安尼特懂，对这特懂，哦，对咱老师哦，第一，我做主笔，所以神龙讲啊，伊讲，咱的灵性是平等的，所以每一个人的年代其实拢差不多，大小类差不多啦。老师咧，伊累劫修行修几千年嘛，是靠安尼念嘛，嘛无讲偌大，但是差别在倒，每一个人的德性是无同的，德性无同款啦，就是讲感染力的人无同啦。咱每一个咱求过道的，咱大家拢感谢天恩师德嘛。咱所有的大仙，嘛是拢感谢咱老师啊，给咱这个指点的恩德嘛。所以，因为不管是大仙还是所有正道的，大家拢挖伫咱老师的莲台边啊，才变作一类叫做九品莲台。所以九品莲台是看德性来彰显，不是讲哦，我修什么就变作九品莲台，不是安尼哦。即阵咱台湾有诶是讲哦，伊诶法门变作九品莲台，啊，你这着修恁这叫做七品莲台，我看迄无妥当，迄可能你骗钱诶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天顶你看无这种差别，看你诶德性，你德性彰显得越大，你诶莲花就愈大蕊。实际上毋是讲莲花大，你诶德性大了。啊，这要安怎用印证咧？有法言讲，咱世间大家都相信啦。你看咱在座，敢知影恁阿祖伊诶生日还是伊诶忌日？阿祖的还会记得吗？阿祖的可能就不会记得了，阿公可能还会记得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不是说怕不过三代啊，是不是啊？你怕孙子还更高过，怕不过三代的香火就回去了啦。虽然有在给你拜，也不知道当时要拜呵呵，变成公妈去了，公的跟妈、哦、就是说阿公阿妈这样而已啦，是不是啊？对吗？啊，我们有说别人的祖先我们会去拜，有吗？拢无吼，有呢。我都捌去拜别人的祖先，我捌拜韩信的祖先。咱老前人我都捌去甲拜，咱老前人甲咱也无共讲嘛，是安怎咱会甲拜？因为德行庇荫着咱，是毋是啊？咱那个当作咱的祖先共款来拜，是毋是啊？对嘛？所以清明节大家拜望，啊，那有闲嘛是会去福山甲咱老前人拜墓啊，对不？哎，毋是你的祖先，你才来拜。啊，因为伊成就啊，修道成就，所以众生感染伊。同款天顶嘛是同款，看年代就是安尼看嘛。众生感染伊，你的对不？你的德行，你的莲花就大哦。安尼讲有较清楚不？哦，啊，过来神龙，佮叫我后下继续行。正手边有莲花，倒手边嘞，仙桃。迄仙桃有大粒，有细粒的，大粒的仙桃差不多一半，一间的一半才大粒。迄天顶的仙桃，迄改良种的较大粒。咱这间这大了，你想讲哦，这等于等于这吃三年嘛，吃袂了，这大了哦，真正这大了。迄树啊，那一蕊你就看到，哎，奇怪啊，它一粒仙桃这大了。啊，以后就问仙翁讲，啊仙翁，啊这是安怎？它有莲花，佮有仙桃。
我先讲讲，莲花代表发心嘛，也是讲立愿呐、乐观呐，哦，叫做发心有莲花啊。但是你要了愿，你要行功叫啥？一粒果啦，哦，你要公园果满叫果啦。所以后摆咱回去要去天房的过程中，伊会看到莲花，佮会看到啥？仙桃，就知影讲咱家己的发心佮咱的德性有合无合。有的人莲花足大蕊，但是咧，伊个啥？伊仙桃一些些啦，表示啥？哦，这个足好讲的，愿大果小啦，足好讲还蛮做。哦，等于天顶你就知影讲啊，后摆这可能嘛是安怎，佮袂知啦。啊，有的人虽然讲一条愿，但是也够真大粒。你表示啥？哦，这个呢，这个叫做守愿呐、啊，哦，始终如一有哦。虽然讲敢若一条弯，但是伊嘛成就。所以咱你看，咱做真侪代志，拢会使成就。这等下后下再去讲。啊，过来，先拢着带后下去看天棒。较早后下求道的时候，我拢想讲天棒，我好天棒可能像这乌棒啊，安尼一个乌棒安尼尔。叫当伊个天顶才知影讲天棒是一个所在。啊，天棒有偌大呢？哦，比咱台南市搁较大。哦，迄内底有巷有路，安尼比咱台南搁较大啦。后下你看我惊无头，凡是迄个比咱台湾搁较大，比咱地球搁较大，迄敢若一个天棒无穷无尽，有够济就对啊。所有修道人，诶好做好做歹，拢伫天顶拢有记。啊，后下落去啊，啊神龙就讲，啊，这个内底藏的是你的功德，我后下足欢喜的，因为我想讲我可能无功德。哎呀，啊，唔知系出车祸，叫做神龙公有，你有功德。啊，后下功德是用一个桥啊做的吼、哦，金色的软胶，新明桥啊迄种啊，我后摆咱大家等于看到的拢无同款。有的人可能看到烟头啊，有的看到啥拜殿啊，有像咱这拜殿有啊。啊，有的看到啥，像后下看到这烟啊，嘛有啊，还是讲这轿子有啊。啊，佫有一种表示讲，你若看到这個，表示你公完过半，看到莲台啦。哦，一个莲花有哦，莲花，互你脚徛嘛会使，互你脚坐嘛会使，迄表示你公园果满。大家人修行的程度无同款，等于看到的无同款。啊，有啊，看到的是啥？迄、那个桥啊，啊桥啊面顶有写有啥个名？啊，就入去啊，啊入去内底底下看哦，一张纸，大张的哦，金光闪闪只大张，啊写表文成就，表文成就，甲咱迄张表文一模一样。哦，表文只是变成放大版大张的，后下就开始变开啊。我面顶写啥呢？古早字，迄刻度文呐、啊，古早的字有啊。所以后摆咱回去吼、哦，看迄袂晓读册，拢会变会晓读册。是安怎？迄天顶迄字吼、哦，咱中国自较早到即阵的字，所有款的字拢有啦。哦，繁体、简体、古字、篆书、隶书，逐项拢有啦。啊，但是你看即种字，你阁袂讲啊，我都无读册，我看无袂。迄、那个字家己会补声。哦，回去伊个字会讲声就对啊，所以外国人那求道回去，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，但是伊会用伊哦，伊若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互伊了解讲哦，这个是写啥物。所以等于天顶拢袂叮当就对啊，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。我喺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伊个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会铺声就对啊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。所以后下回去。用伊哦，伊若敢会晓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互伊了解讲，哦，这个是写啥物。所以等于天顶拢袂叮当就对啊，你做啥物拢清清楚楚。我喺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伊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会铺声就对啊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。所以后下回去会晓看啥古早字啊，篆文甲刻度文，后下看有。啊，面顶就开始，面顶写啥呢？正开始头前遐哦，拢写。度化有功啊，就是当时你去度人啊，你去度人啊，人人来求道，你就度化的功德。啊，过来后边佫现现咧，后边佫写啥？你去度人啊，伊无来求道，但是咧，安尼你就有藏化的功德。所以咱度人有两种功德哦。哦，第一种就是讲咱去度人，伊来求道叫做度化的功德。啊，第二种咧，你可能较憨慢啊，口才较无好，所以讲度人人拢讲无爱无爱。但是咧，你有去度人就好啊。你有去度人，功德就算你的。哦，在天顶看讲，有来求求道，无来求道是这个人的缘分啦。啊，有去做，无去做是咱的功德啦，咱家己会用做的。安尼有了解吧？吼，天顶的功德有两种就对啦。一种就是讲咱世间看有的，咱有写到的；另外一种咱拢无注意的，天顶帮咱记。
哦，就是讲咱劝化的功德，天顶会帮咱去。你有法度去度人，你就尽量去度人。哦，免惊讲哦，安尼无结果。你只要去讲讲，天顶就记你一笔就对啊啦。过来后边阁有啥物功德呢？后边阁有啥呢？然后写一寡讲哦，咱布施的功德。啊，像讲咱来道场，咱有捐钱啊，还是啥有啊？啊，面顶拢会死啊。有啊，有一摆发挥啊，闭班了，我就再搬完回去啊。啊，回去伫半路，拄啊看到一个道亲伫遐行，我就讲啊，要搭便车无？啊，就起来怎对山顶路甲山卡，可能几百公尺尔。叫天顶就写哦，哦，带班发挥啊，你安尼捐偌济钱咧？用写0.2元呐、啊，两角银呐、啊。哦，迄张发挥你捐两角银来功德，哎、欸，你嘛是啊？就是上天看讲，哇，你安尼顺头顺风车嘛，顺风车安尼撸来，再油钱都要两角银，所以咧，就甲你记讲，哦，你捐两角。啊，佫有咧，这捐唔是讲干那捐来佛堂才有功德哦。有啊，有一摆巴肚枵去买便当，结果回来都啊，阮个楼卡拍一只狗啊，拍伫遐。哎呀，想讲哇，这狗看起来那枵到要死去啊，啊无甲饲好啊。迄、那个便当怎饲一只狗啊？这个有啊，拢袂记咧啊。天顶记啥呢？记迄届我饲一只狗啊，布施50元啦。所以无一定讲爱关了人哦，关了狗啊嘛会使呢。哦，迄天顶足公平的就对啊啦。啊，过来，阁有。像较早有哈有伫打工啊，啊一点钟，反正我一点钟赚40元，我来佛堂，因为要来佛堂，所以我请假2点钟，啊等于我就了80元对无？你了这80元，神父来帮你记，伊会甲你写讲哦，带工哦，你去上研究班啊、哦，你就报死偌济80元银，哦，就是讲上天，你若讲今日爱来道场做工，哎，爱道场有活动，但是你爱去做工课有无？啊，你怎请假？啊，请假是不是你就了？可能了1000元去啊！放心啦，上天就帮你记起来，变作功德财啦，功德财啦。讲哦，你这工你就是等于讲哦，你无去做工课，但是你来道场斗三工，同款甲你算发薪水啦。咱天顶嘛发1000元的薪水，互你叫你布施1000元，安尼有了解无？哦，所以上天足公平的就对啊啦。啊，咱后摆若要度人，咱就用人讲啊。啊，你看你佛堂的钱要赚，还是看对吧？看你要赚世间财，还是看要赚功德财啊？哎呀，功德财可能看无，但是天顶会帮咱暗指啊。哦，啊，过来还有啥呢？即咱今日开班，咱是咪拜医啊？啊，今日若轮到你调班，你才来拜医啊？这种会变作服务啦，服务啦，这种算是有一种功德啊，但是这种功德足少的就对啦，这算服务尔啦。都轮到你，你一定爱来做，你无做就变作无人做。所以这算是轮值，这种服务的功德尔。但是有一种功德真大，就是啥？今日明明都唔是轮到你，但是你提早来，提早来摆椅啊，提早来整理佛堂，哦，这种功德就大。安尼有了解吗？哦，就是讲。无人叫你爱去做，但是你用主动、自动、自发这种的，这种的功德叫做无畏施，哦，这种较大，这种的这身份吼，会帮你记起来。啊，有的咱来佛堂啦，今日来做啥，咱就记啥有哦。这种的可能身份就帮你直接用，看你记啥，伊就甲你记啥。所以较早后学，哦，厝内底拢有一本簿啊，因为后学较散啊，我拢会写讲今日来佛堂捐偌济，今日做偌济，迄天顶竟然嘛是同款甲你记起来呢。哦，清清楚楚，可见吼、哦，因为我较早唔相信讲真正有一个天啊，但是即阵就相信啦，真讲天顶有，啊无咧，他有法度讲我直接写啥，天顶就写啥。哦，确实咱这天地人讲有神明啦，额头三丘安怎有神明，确实啦，确实。哦，啊，迄内底咱道场做啥物代志，哦，有法你看拢有功德咧，有法内底讲吼。我有一摆板刀啊，板刀原本就较爱学习打毛巾啊，哦，咱伫门口共交代，叫伊刚困了伤晏，困伤晏，你去到佛堂，人就已经伫遐拢伫遐就位啊，啊，你就无代志做，我就互人进锁了后，怎去到遮佛堂啊？啊，拄啊楼卡，我有三个求道人伫遐，啊，无人甲因陪因啊，我就讲啊，卖客气，来，食水果，食水果，哦，啊，就四个人都甲迄盘水果食了呢。我假说，诶，超值讲师就讲啊，咱楼上半道就去了啊，因三个就去了。后我想讲，啊，无代志啊，好啊，啊无水果也嚼了啊，来等。
所以后下去盖板刀剃胡刀，第一无做打毛巾，第二无陪谈，无办道嘛无伫后壁，讲咱讲迄只叫做护道拢无啦。唯一去迄个来佛堂做的就是啥？食水果，干那食水果尔，叫做上天记号。他讲，迄摆去佛堂食水果，安尼做道有功德。是安怎讲做道有功德？啊，你拄好无人交代，你甲人交代着。哎呀，你都伫遐安尼都有功德。所以咱道场，咱即阵有伫办道，大家成功了愿足简单嘞。啊，你伫外口吼，要成功了愿足困难嘞。你用观天幽香好啊。去外口添的，有的人迄凡是伫拜神地的有哦，迄地啊比赛大只迄种的，你讲关了迄变做杀生去啊咧，啊迄关愈侪，毋是杀业愈侪，是毋是啊？所以咱道场无杀，那这个是较好的。哎呦，我伫遐看哦，这种功德真侪，我都看甲足欢喜。啊，神龙在伫外口伫话讲，你出来，你出来。哎呦，我伫遐原本出来头，我看到神龙头拢累累啊，想讲神龙救命恩人啊。啊！叫看到迄看看的时候，安怎？都仰头啊！你知道？哦，我就想讲，哦，我功德袂少哦，神龙，我甲你平起平坐哦，哦，啊，都仰头啊！结果神龙讲，你卖欢喜，你卖欢喜，你有看到对面这边无？我一看，对面有一栋乌色的三层楼，啊，神龙这栋内底是你求道以来的罪过错啊！哦，你做歹代志，我的好代志是安尼，啊，歹代志是三层楼，哦。啊，先讲你嘛就去看，有法就来看。一楼内底写的拢是啥呢？一楼内底写的，因为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有法就要讲在就好。一楼内底写的是咱修道吼，甲咱乐观有关系，立愿啊，立愿了愿有啊。那就讲咱有天下来道场啊，人可能有人出车祸啊啥，咱就要渡人有啊。啊，大家有天下讲啊好，我渡一个，我渡两个，我渡五个有啊。啊、你讲我度过的，你就爱去度；你若无去度，这个变成立愿不了。上天在看这种愿力有两种，这种第一种就是写表文的愿力。你若有写表文呢，每立一条愿有两位护法神，哦，落一条愿有两个护法神会甲你帮助的对啊。上天会派两个护法神甲你助道的对啊。啊，你若是讲立愿，啊，佮另外一种就是讲随口的，等于讲咱出口成愿有无？这种。就是讲，你嘴到讲的这种愿，变作讲神佛，伊就是讲，你要个记得你的意念有迄种善念，甲天上会用通的时阵，护法神才会对。啊，你若等你这个意念无啊，护法神就走。哦，嘛是有差别的对啊。咱讲这个愿力有哦，有的人讲啊，我有愿力就好啊，我无一定爱虔靠有哦。虔靠我食菜就好啊，我无一定爱落虔靠愿有哦。迄无一定哦。你若有立清口愿，起码护法神甲你对。但是你若无立清口愿呢？但有一天你无想要食菜，迄就无啊。哦，迄无共款就对啊。这种嘛是有差。啊，内底许下看吼，一楼内底立愿不了的个有，啊，佮另外一条咧，另外一条人道未全那个，就是讲咱人道尽了无好，对家己的爸母要佮讲恶业啦。来道场虽然讲哦做尽心的有，啊，回去就冤家。哦，这种也袂使了哟，天顶你看袂使了。所以咱各位真人，咱来道场，回去嘛是爱安怎？啊，做人好媳妇，做人好囝哦。你别讲讲哦，来道场叫做讲师，回去安怎？吼、哦，要甲爸爸妈妈拢安尼叫因听道理，安尼个用话，袂使了哟。哦，咱道是人道哦，天道对人道开始修，所以咱唔管讲你是清修还是啥物，你回去都是爱友好父母。哦，咱道场是安尼，圣凡爱兼顾的对啊啦。哦，啊无这天顶会记一个人道未全那个。佮另外一点，就是予大家知影讲求道无简单。许下伫天顶看到，内底有两条狗，两条狗是啥啥呢？就是讲因答应许下要来求道，结果无求。就是讲袂记哩，许下袂记哩，你知影无带因来求道啦。但是伊连讲好好，因要来求道啊，啊许下无带因来，叫天顶讲记啥呢？讲啊，这个人求道的机缘已经错失去啊。哦，这世人求道的缘无啊啦。伊后一摆求道的缘呢，伊咧边写写十世，伊啊投胎转世转十摆了后，才有通来求道。佮另外一个咧边写啥，投胎转世啊转三十世，伊啊等三十世，佮去做牛做马做人，不管等三十世了后，才有通来求道。我有啊，伫遐看看到卡冷手冷啊，因为咱即阵咱唔知影讲这个道遮尼啊尊贵啊。
啊，后来后学病好啊，我就想讲啊，安尼迄个时阵伫天顶看到，紧来找因嘛，紧带因来求道就好啊。啊，去到遐去找伊，无伫哩。因隔壁讲啊，你找伊要创？我讲啊，我想要带伊来阮佛堂拜拜。伊讲啊，未赴啊啦，啊，迄、那个都出车祸死去啊，出车祸死去啊。另外一个过去找赵干净死去啊。哎、欸，甲一个大后学一回，一个大后学两回啊。但是咧，天顶看到讲过去啊，你知道？回来才知影讲两个拢过身去啊。啊，过身去，因搁要求到咧，爱当十世甲三十世，一世算三十年就好，啊，十世都爱三百年咧，三百年才会拄到一个修道人哦，这个实在无简单。所以咱讲即阵要办道求道吼，无遐简单啦。我爱后学伫天顶看的时阵咧，甲大家做见证就对啦。过来一楼内底吼，就是拢甲咱办道啦、天命有关系。二楼内底咧，甲咱佛规礼节有关系吼、哦，咱言行举止、佛规礼节有关系。啊，这部分吼、哦，因为真济啊，拄好有真贤有帮后学整理一本册啊，各位真贤若有闲再去看一本册。啊，后学讲绝对袂使做诶，一部分好，大家就好啊。哦，绝对袂使做有几项，第一项，咱佛堂吼。咱佛堂是弥勒祖师的佛堂，弥勒祖师上大的愿力就是讲，不爱杀众生啦，不杀生的对啊，不爱杀生。所以咱来佛堂吼，咱来尽想办法卖去杀生，安尼有了解吗？咱来佛堂，就算讲要摒扫，迄有迄带啥垃圾啦，有蜘蛛啦，尽量卖甲拍死，扫扫的就好啊，扫出去外口，还是请出去外口。啊，那暗时啊，这佛堂开班班啊，真济。点蚊啊香，但是咧塔门吼，你要开一旁啊，卖讲安尼，秘书讲一定要互因死安尼啦，袂使咧。咱佛堂，这是咱老母娘的佛堂，咱弥勒祖师的佛堂啊，弥勒祖师的愿力就是安尼，咱袂使杀生就对啊啦。啊，那已经杀生要安怎咧？就是讲天顶你看吼，迄种灵的部分，就是讲你那蚊啊，规个人你甲拆散，拆做蚊啊，迄就是一个人安尼啦。你一个人遮大安尼啊，规个甲拆做蚊仔的灵魂，看超几万只安尼，就表示讲几万只蚊仔拄好一个人的灵魂安尼啦，安尼有了解吗？所以咱人叫做全灵，蚊仔叫做残灵嘛，变做幼啊安尼尔一挂。啊，伊个幼幼啊，伊要安怎才能够变做人？伊要来做登到这个缘高有无？你啊，把这种规个人可能有一万拜，伊都爱登一万拜了后，才能够变登来登。做人就对了，所以这你看讲天顶你看吼，嘛是真慈悲啦。所以咱哦尽量来佛堂拢卖台哦，安尼唔知做会到无？那有法度咱尽量做。啊，厨房呀有家抓有啥物有哦？咱尽量摒清气，都袂有家抓嘛。啊，菜啥该收的该变的变好哦，卖讲安尼坑对呀，当然都可能生虫生啥安尼。好、哦，第一来佛堂卖杀生，第二来佛堂卖讲是非啊。人讲当地话啦，卖人讲，无都无，咱就卖讲，卖讲大概就伫遐，人个店专属讲啥讲啥，人店专属都无讲，拢你讲，哦，这袂使，哦，那讲这個，咱后摆回去拢有一个处罚就对啊。啊，天顶你看讲这种讲是非的人，伊安怎定你的罪过咧？伊就是讲，那是讲啊，咱有个人讲讲要讲人歹话，拢我甲你讲，我偷偷甲你讲，你唔好去甲别人讲哦。哦，是不是拢安尼嘛？但是这个就足好讲诶，这个大嘴口出来就哇，四界雷啊！你虽然敢若甲伊一个人讲尔，照你讲敢若算一条尔嘛，结果天顶你看，毋是这个足好宣传诶，出来上尾要500个人知，你这条狗就变做500条，你敢若讲一句话，啊，就变500条。哦，所以来佛堂，咱毋好讲人歹话，哦，啊，互相爱互相勉励啊，哦，咱拢是一母之徒嘛。所以咱若讲啊，啥物人做不好，啥物人做不好，这定义是安怎？不尊师不重道呢？是安怎讲？咱伫嫌咱老师袂晓教，啊，毋则讲会互相批评，对无？安尼变作不尊师不重道。哦，所以天顶伫看是安尼。啊，佫有一点，佫有一点，就是啥呢？咱来佛堂吼，佛堂毋好贪占佛堂的功德。啥物叫贪占佛堂的功德？困倒定定会做，因为较早有较定定伫厨房。厨房有当时拢会剩真侪菜有无？真侪菜，大家拢安怎处理？啊，无就大家搬挂都叫关灯去啊！拢无甲店员讲咧，这袂使了哦。安尼了解吗？咱佛堂的都是大家献出来啊，
现在佛堂要大家吃的，就算吃不了，那嘛爱点人数，还是讲佛堂这边的单主讲，啊，安尼咱就分正侪侪，大家有法多尽量退回去，安尼就无罪过。啊，若无讲，你怎直接讲退这秘书，你偷退佛堂的物件，安尼袂使，安尼了解吧？哦，啊，搁有咱来佛堂嘛是同款，那是讲佛堂有当时有献果，还是献什么物件？那是人献给佛堂的。咱有当时啊，咱来佛堂，咱拢大主大义就讲转送出去有啊。转送出去要人讲哦，讲者，讲啊，咱这今日这届供果吼是带来真言献出来，哦啊，这届咱来感谢伊安尼，哦安尼，唔只无人占着人的功德，无人拢认为讲是佛堂的功德。咱知影真侪道亲，有诶道亲吼，像我真爱民主，伊来道场做虾米代志，伊希望讲人会甲报，你知无？啊，咱拢唔知影，都无人会去感谢着啊，然后变相考人，安尼无好，变相讲考验啦，安尼无好。哦，啊，二楼内底拢是像这啦，富贵礼节啦，哦，啊，到三楼诶，三楼内底就变作咱起心动念，愈有就对啊啦，愈关定愈有。啊，起心动念拢写啥呢？咱有当时想贪想懒啦，啊，要讲害啦，要讲骗啦，天顶拢会记哦，哦，记较详细。哎呦，我伫遐看，看甲讲，哇，真艰苦。原来我嘛是安怎，罪过满身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神龙就伫遐话讲，你落来，你落来，我落来看到神龙，我都唔敢讲话，我都跪落来哭啊！啊，求神龙下罪啊！啊，神龙，你卖惊，你卖惊，今日和你看到这吼、個，是后黑的一个缘就对了啦。啊，神龙讲，伊讲，唔管是你看到你的功也好，还是你的过也好，吼、啊，即阵你伫道场修道办道，啊，将来啊，功完过完，都一并拢甲你消掉就对了，还你本来的面目。啊，你若十进十退啊，三心两意嘞。你做什么因，你就爱受什么果，就是讲过去世有法把杀人，后世就爱行命。哦，就是讲这世因为有求道神佛庇佑嘛，已经脱过啊。但是后世咧，你若歹修后世，你就爱行，同款意思的对。啊，神龙主比讲三年了后，你有一个机缘，哦，会使甲这甲大家结缘就对啊啦。哦，啊，神龙安尼手一杀咧，有法讲慢慢啊，才对天顶落来。啊，落来啊，然后跪伫门窗顶哦。我哭到跪的这，你看一下，人讲的鼻涕眼泪哦，流到跪，跪的啊，哦，迄可见，有法唔知啊，但是安尼一直拜一直跪就对啊。啊，当初神龙讲三年，有法嘛唔知影，一直到安怎呢？过三年了后，啊，这三年中间啊，一寡道亲知影讲哦，有法出车祸，啊，有一个经验啊，所以有当时也会去讲，但是真少人知影就对啊。结果三年一到。拄好咱台中遐正和佛堂，因讲要出一本《仙佛显化》专辑，啊，就找小学去做。哦，我找小学讲啊，希望小学写出来。哎呀，写，结果一直到十月五号迄本才出来。啊，十月五号是啥物日子呢？小学出院迄天，拄好满三年。迄本出来拄好满三年。哦，这是来神翁神讲，后壁才印。啊，过来咧。迄、那个刘君良刘讲师，咱知影《法医崇德》的主编嘛，咱编咱杂志的，伊就进前就先请小学去迄个中华迄边遐讲课，啊，就去遐讲，啊，小学就讲啊，神龙当初讲三年一个，啊，刘讲师伊就甲小学这段啊，怎编伫后一期的啥，诶，一本《崇德法医崇德月刊》内底，《感应三千》内底，伊就先甲编入去。但是咱这订吼，咱这订杂志，大家拢是进前。一个月、两个月就先定讲这期的就对啊，拢先定，唔知啊嘛，大家拢唔知影讲这期是虾米内容啊。叫刘讲师卡一通电话来讲，范讲师，足神奇的呢。过去吼，逐个月拢上济一摆6000本啊，平均差有5000几本安尼。用这期几本你知哦？21500本，我无代志，加几倍，加4倍出来就对啊。哦，啊，伊就讲啊，凡事这就是讲神龙讲的，应该大家记。啊，因为就是安尼，啊，所以后学慢慢的可能就较有机会出来道场，甲各位神人分享啊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讲后学，对这个求道、修道、办道，以及出车祸、哦退道啊、出车祸啊，甲今日的一场经过就对了啦。哦，啊，嘛是算讲和各位神人做一个见证，和咱了解讲，咱道场常常你讲。哦，有三真啊，三真海味，三真啊，哪三真？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嘿，都、就是这三项是真的啦。我今日学学伫遮，会用教各位真嘿。
做一个见证，做一个讲哦，保证讲啊，确实哦，神佛拢唔捌骗啦，拢是啥？咱咧骗神佛哦，哎啊，天顶确实就有这种戒律啊，有一个天啊，天顶的殊胜吼，确实足重庄严啊，神佛确实真慈悲啊，哦，真慈悲啊，大家咱若有法度，咱啊尽量去修，有法度去度人，咱就尽量去度人。啊，咱在座有真侪老菩萨，可能咱啊较无法度去度人，免紧。哦，咱尽量咱的脾气啥，咱就爱安怎吞忍会调就对啊。我卖讲时大呢，乌白动脾气，这无明火啊，拢无法度就对安尼，对咱家己本身的德性无好啦。哦，啊，今日休学就讲到这，啊，各位在场敢有人有问题？有无？哈，有命，大家一定爱成功哦！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也讲声的对啊，所以外国人的那求道回去，迄虽然嘛是写咱汉文嘛，但是也容易哦。伊那个会向英文，伊就出英文的声，可以了解讲哦，这个是写什么。所以等于天顶拢袂定打的对啊，你做虾米拢清清楚楚。我喺天顶啊，设想做做到的，啊，伊就安尼，迄字家己会铺声的对啊，你看到迄字就有声。所以后学回去。